请您欣赏相声《卖吊票》，表演者岳云鹏、孙越。谢谢，还有热心的朋友关心穿没穿秋裤哈，冻着了。哎，行了，就看一眼好吗？瞧这干嘛？谢谢。今天是12月8号。对了，2019年12月8号。这是我们今年。唯一的一次是在北京做商演，要好几年了。北京做演出，对，我们两个走上台，发现台底下很多的观众。今天我觉得这个剧场啊有点大，空旷，而且唯一的缺点就是我们这个舞台，离观众距离呢稍微的远了一些，快一站地了，对吧？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剧场也是为了保证大家安全。对了，我们今天呢稍微的节奏呢稍微的慢一点，说话慢一点，慢慢说，希望大家都能够理解，都能听见啊。今天开场呢比较早。对，为什么？因为结束要比较早。因为结束这个时间有要求。剧场有规定，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当然了，我们会拿出我们12分的力气奉献给大家，是，也希望大家能够拿出12分的热情来回馈给我们，这是大家热情的掌声和笑声，是给我们最大的强心针，是最兴奋的兴奋剂啊！希望大家能够给到我们，谢谢。还是熟人多，大家都喜欢听相声，这是好事。我们这些个年轻的相声演员呢，也喜欢说相声，爱这个。那我来说吧，我今年19岁，我从小，今年是19年啊。不是19岁，20多岁，从小研究相声，喜欢相声。你还挺热情的。40多岁，像我们这个岁数，你往死上试试。像我这种古稀之人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什么脾气啊。那是。啊，憋着送你走呢。经常研究相声，是啊，虽然这两年不怎么红了，但是没有关系，我不往心里去，无所谓，这是无所谓的状态，无所谓啊。我身边的这位老师，您老师啊，是我多年的搭档，10年了，孙越老师，您老师，带的我都不红了，你说。有人喜欢孙越啊，谢谢。哎，孙老师，我想知道你是哪里人，我有什么办法吗？不是，你问就问吧，还有什么办法呀？不是，我就北京人。不是那鸭子那个。不用。我告诉您行。谢谢。是这个，我们两个经常在一起搭档。其实啊，大伙儿可能对我不太了解。您说说。我说相声也就这几年的事儿，啊，这几十年啊，之前的几十年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你说，英雄就怕见老街坊，知道吗？谁说卖烤鸭的？谁说的？新疆正宗卖炸酱面的，我没听见啊。可能对我不太熟悉，不太了解啊。您好好说说，自己说说。我唱戏的。你看都不用我一问了，真的
您唱戏，你不是说相声的吗？说相声是这几年的事儿，之前的几年我一直是唱戏，而且非常的红。京津上你打听打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真的，等会儿，您等会儿。头几年唱戏非常红。对。您在什么上？我听听。京津上。京津上。对呀、啊。这哪儿？京是哪儿啊？北京啊。津呢？天津。上呢？上海啊。那叫京津沪。还京津上。你让这个舞台略显尴尬有什么意思吗？废话，您说对了。我京津沪，嗯，非常的有名气。您唱戏还有名气？哎，我给你提个人你就知道了。哦，提个人我就知道您了。小智子。小智子我可不知道，我知道大痦子。谁叫大痦子？谁叫小智子呀？于魁智啊。谁呀、啊、你是于魁智啊？您可不这么糟践人家啊！你怎么会是于魁智？于魁智长这模样，你不开玩笑吗？人家老生呢，中国第一老生，人家都大腕儿。谁说我是于魁智了？你说的呀！我提于魁智是为了告诉你我是谁。你是谁？我给于魁智蹬三轮这多少年了？你想想。哦，我明白了，你是三轮。于魁智蹬着你上班每天是吧？他蹬我干什么？不是你三轮吗？不是，我们是同行。同行有三轮什么事儿？我们是同行，我们都是唱戏的，京剧。对呀、啊，表演艺术家。哦呦呦呦！最早北京有个科班。什么？科班？您这嘴有点碰瓷儿的嫌疑，我看。哦，科班，哎，有老京剧员的都有。傅连成。对了，傅谭傅英。嗯。连马连良。对。成郭富城。没听说过。你别瞎起哄啊！一共七科，哎，七科，喜连复盛世元运庆生平，这么七科。您是不识数吗？这十科呀，这是就办了七科，没有办下去。哦，后三科没办。哎，对了，其实呢，他们转入地下。唱戏的上地下干嘛？对了，又续了七科。哦，那后七科都什么字儿啊？一场不看都难受。够水的啊！哦，一场不看都难受。七科，那您是后七科的。对了，那您是哪个字儿啊？我是步子科的。哦，步子科的。对，您叫什么呀？步群。哦，那您贵姓啊？岳。岳不群。您挺火的呀。过去很火，现在也火，现在也火。过去很火。哦，岳不群就是您，就是我。嗯、哎，我唱戏唱的不错，很多年了。我可没听说。我经常跟你们这些个臭宣说相声的在一起聊一聊。你嘴里放干净点。你说谁臭说相声的？经常跟你们这些个相声演员在一起聊一聊，是吗？探讨一下戏曲艺术。我们也好这个。偶尔你们在台上也会唱戏，对不对？哎、有。前一段时间我上你们后台了，你们后台有一个郭老师。郭德纲老师，哎，哦、郭德纲他看见我了，哎，看见了，步群先生，我知道你是以前是唱戏的。您先等会儿，我们老板干嘛这么看你？啊，他是个子比较小嘛。哦，啊，不用演那么全，是吗？具体是多小啊？我也是为了以后吃饭啊。这个，对，哎呀，听说你以前是唱戏的啊？是的。啊，哪天给我们唱一回，我们听一听怎么样？好，好不好？冲他这句话，怎么样？激发了我唱戏的心情，我让郭老板激发了。我要唱戏。好啊，唱戏。哎，嗯，北京城啊，嗯，我找了一个剧场，哪儿？保利剧院。给他们打电话。你那儿什么剧场？保利。我、哦、没问这俩字后边。剧院。剧院。对。哦，那是保利啊。保利剧院，哦，给他们打电话，哎，那个我是岳不群，你看报腕，我这个礼拜五、礼拜六要在这儿唱两天戏，五六日行不行？哦，哎呦，先生，这不行，这个、我们都定出去了，哦，有人约了啊，佩瑜要在这儿唱戏，啊，您换个地方吧，王佩瑜，王佩瑜，哎呦，女老生，大角儿，喜欢吗？喜欢，唱得好啊，嗯，好啊，唱的王佩瑜。王佩瑜啊，他是个
女的，女老生啊，她唱老生。对呀、啊，我是个，啊，无所谓吧，对不对？自己都含糊。但是我唱的也不错呀，我们也没听过呀。我唱的也好啊。啊，是啊。行，那怎么着？王佩瑜要在那唱戏，那我换个地方。您换地儿，国家大剧院，哪儿？国家大剧院。哦，您定那儿了。那对了。哎呀，非常的大。那是大剧院嘛。我说那个经理，我要跟你聊一聊，啊、我这礼拜要在这唱戏。啊、约场地。五六日，三天、啊，三天，我要在这连唱三天戏，好不好？咱一切都定好了啊。嗯，我让我的徒弟跟他们去对接。哦，还有徒弟？啊，那当然了，我徒弟叫二中，复姓令狐，令狐二中。去对接。令狐冲那是。还二中还？那令狐冲不就完了吗？真行。掐你。您到底是唱什么的呀？管不着。好家伙！我徒弟跟他们去对接二中、嗯。哎，我回到家怎么样？写海报，写海。您等会儿吧。准备宣传。您太穷了，这玩意儿，自己写海报怎么了？现在都是团队，自己做完了印就完了，还写海报干嘛呀？他们做那个海报那都不真实，不生动。我跟你说，所有的海报自己设计才生动。那你怎么说的？我听听怎么生动了。我听听海报自己写。嗯，亲爱的戏迷的朋友们，您先等会儿，您等会儿，您有语病。亲爱的戏迷的朋友们，你知道人家朋友爱不爱听啊？对对对，多了一个的。哎，这是要甭怕自己写还得。亲爱的敬爱的戏迷朋友们，对了，注意了，开会呢、啊、著名的京剧的大个表演艺术家。怎么还大个儿呢？显得阔气。哦，岳不群是。括号。括号。先生小姐无所谓。哎，这嗨，性别不详。嗯。淡化他。淡化他。淡化他。哦、好好好。岳不群要在这儿唱戏。您呀、啊，您等会儿吧。难怪您各位笑啊。废话，什么叫这儿啊？这儿。哎。哪儿？那个嗨啊。哎呀，还真不会写。就这文化，你说怎么办？怎么办？拼音。哎呀呀呀！要在这儿，呵儿，呵儿，呵儿呵儿，唱戏。哎呀呀！这儿哈儿，这儿是哪里呢？自己问自己。国家大剧院。哦，好好好。岳不群的戏怎么样？唱的那真是形容词儿，好极了。哦，好极了，真的，真的。您哪不有个成语呢？岳不群啊，打小学戏，学戏，写字带出口音来了都。打小学戏啊，九岁登台啊，非常的棒。一个修饰词没有啊，真的。这除了真的没别的，这什么文化水平这叫？请大家啊，踊跃的来看戏。哎，踊跃这个词怎么样？也行了，行了。这都不是成语，这都踊跃的来看戏啊、哦！买票看戏，底下有三出戏码，哦，唱三天，一天一出戏。哎，什么戏啊？第一出戏啊，第一出那叫《色狼探母》。色狼探母，您行吗？我可以啊。你来谁？那色狼探母。四郎探母，哎，对对对，四个色狼，没听说过，过瘾的跑这儿来，杨四郎杨艳辉，哎，对了，四郎探母，霍关剑娘，哎，嗯，第二出戏啊，第二出，五加皮，您是得喝点药酒补补了，五加皮，那叫五加坡，五加坡，哎，第三出戏好，第三出戏，新编历史剧，还历史剧，梁山伯与伏地魔。什么？梁山伯与伏地魔。后边哎，画一个小扫帚，还小扫帚还？哦，还这是神话剧啊、哦！哎，三出戏是，亲爱的朋友们，怎么样？这三出戏怎么样？非常的好。行了行了，我就想看最后一出，我告诉你，真的，而且连唱三天啊、哦，五六天。怎么样？您哎，底下有票价。您别先别抢票价，您这文化水平太次了。
连唱三天五六天，你到底几天呢？三天呢，五六天啊。三天怎么五六？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啊，怎么了？五六日，我不喜欢那个字儿。没想到能侮辱到你。你说这玩意儿，我们也是有尊严的。然后就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你看那事儿怎么不说说？连唱三天，哦、五六天啊、哦，三天。括号啊，三天。这都什么词儿啊？这叫啊，三天。干嘛啊一声呢？是警探的作用。但大家伙一瞧，嚯，这有个海报啊！岳不群，亲爱的、敬爱的戏迷的朋友们，岳不群要在这唱戏，要在这儿唱戏。岳不群的戏，那唱的真是好极了。真的要在这连唱三天，三出戏啊，三天哇！我要看岳不群唱戏啊，三天，它起到一个宣传的作用。这堆没用的话呀！啊，三天底下有票价、哦，票价，我打听一下啊。啊，王佩瑜多少钱？啊，王老板，哎，第一排，嗯，贵的票价，嗯，800多。哎呦，不便宜了。听京戏啊，是800多，是是是，太贵了。不贵啊。啊，没相声贵，嗯，相声1000多的票还在山上呢。我告诉你，就因为这场，我得罪多少朋友，我告诉你。真是的，请让我继续说下去，好吗？啊，对对对，您来，您来，来，啊。退票已经来不及了，啊，已经来不及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三天啊！行，那票价嘛，不是王佩瑜800多啊、我哪能800多呀？你卖不了那么多，对不对？对，让您说，孙老师啊，我岳不群要在这儿唱戏，啊，三天，我应该多少钱？不是，您等会儿，岳老师，您是这个直接问的我是吧？是的，那就说明我说话您得听是吧？我听，但是我说的到与不到，您可不能生气，尽量。哎，对，好。我那是为您好，我劝劝您啊。嗯，您要是国家大剧院，您听我的啊。嗯，20块钱一张票。完了呢，就把那个剧场那个座呢，全都拆了，改成沙发。完了，每个观众拿着票呢，有一个足疗师还得，茶水免费，配上点心。完了，台上后边呢放这个《战狼二》。您前面唱您的，我就不信卖不满。怎么样？我听您主意不错吧？卖满了。好什么好？好什么好？多好啊，亲民！你这是在侮辱我呀！我怎么那么爱侮辱你呢？那怎么了？20块钱？不论前后排。哟呵，不论前后排。一律。多少钱？2800。不论前后排，一律2800。对了，有这钱我报个团去泰国看看不好吗？我看你干嘛？我，那是你们的选择，那是你们的自由啊、哦！我岳不群是要在这儿唱戏，怎么样？啊，三天，我就值，值2800。2800，无论前后排，一律2800，还配个足疗师，每个人都有足疗师吗？嗯。后边放战狼，嗯，我全部唱戏，对，谁听我呀？谁还听我呀？压根儿没什么人听你啊！好家伙，2800，最起码咱曾经辉煌过，咱厉害过呀！什么叫辉煌过？大海报贴出去，你知道全国多少戏迷都奔北京来了？这么大影响力，都要听我的戏啊？是吗？啊，海报贴出去啊，各大网站、各大电视台、各大广播电台。全都是我的广告，哎呦，全中国戏迷朋友太多了，是是是，都憋着上北京看我来，看你，都憋着上北京听我唱戏了呀，哎呦呦，好家伙，石家庄省知道吗？石家庄市，你病得治，知道吗？石家庄市知道吗？嗯，戏迷朋友太多了，那是，火车坐不上，火车啊，那个高速路车太多，堵车，怎么办？怎么办？有的骑车啊，有的跑步，哎呦，都往北京来。200多公里啊！哎呀，这是石家庄，是内蒙戏迷朋友太多了，那可远了。哎，火车坐不上，嗯嗯，那个公路，公路人太多，高速跑步跑不到，怎么办？怎么办？骑马。
骑马奔北京。骑马奔，哎，那怎么上？每个人都骑马，那怎么上？象棋怎么说呢？象走田，马走日。啊，对对对，说象走田，马走日。你说这不硌牙吗？这玩意儿，内蒙的马啊，走 ETC 哟，高了，哦，哎，跨过那个栏杆，噔，那马就响了，知道吗？那马就响了，哎呀，马就响了，哎，我头回听说，穿过去啊，驾，郭德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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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往北京来，哎呀，还聊天呢，还聊天呢，哥们儿，你要去哪儿？啊，我要去北京听岳不群唱戏，哎呀，啊，三天，嚯，还有骑马来的，哦，都往北京来，是是是，这是内蒙，内蒙，武汉戏迷朋友太多了，那戏窝子，戏窝子呀，嗯，好家伙，高铁，啊，怎么样？只能坐高铁了，对呀，啊，对不对？高铁，啊，高铁站人太多了，你什么形容词啊？火车站，啊，站长吓坏了，站长，怎么那么多人？啊，你都要去哪儿？都要干什么？听岳不群的。我们要去北京听岳不群唱戏。是啊，三天，什么？岳不群要在北京唱戏？是。我也去，我也去。哎呦，多大煽动力！可是高铁啊，坐不了那么多人呢。武汉多大了？哎呦，你瞧这模样，对不对？啊，坐不了那么多人怎么办？你瞧这是非这样。我跟你说，一列火车啊，啊，是一列吧？一列一列。哎，用词用对了。你问我干嘛？我怕你嘲笑我。吹牛的话说错了。一列火车啊，一般都是16节，16节。哎，对了，嗯，可人太多，对，怎么办？怎么办？加节。哦，加个2-3节完了呗。加什么2-3节？啊，再加16节。一列火车32节。您等会儿，等会儿，都往北京开，啊。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一个火车头拉32节，那拉得动吗？后边弄个火车头推呀，啊。那发2趟不好吗？我是不是又嘲笑你了？我就，你知道内蒙的马多快吗？我没问你，你走，他走 ETC 啊。啊，行了行，郭德纲，郭德纲，你把这火车的事先解决了。他到服务区，行，他能停下来，知道吗？行了，马放水呢，还得。哎，他说这个就发2趟也行。哎，对对对，才反应过来。哦，发2趟也行。行行行，哎，哎呀，这武汉戏迷朋友太多了。是是是，就这么说吧。啊，武汉3天怎么样？空了。得把武汉城腾退了。这城市那么空。哦，行行行了行。这回忆那么重，啊，非得唱两句啊！都往北京来了，是是是是，好家伙，这是武汉，哎呀呀，上海戏迷朋友太多了。你说上海，你乐什么呢？太多了，哦，马也不行，废话，到这死了。高铁也不合适，没那么多，跑步跑不到，对，怎么办？怎么办？大飞机，坐飞机，坐飞机，哎呦呦呦呦，飞机场人太多了，是是是，飞机场厂长吓坏了，厂长。怎么那么多人？机长，那个，你们都要去干什么？啊，我们要去北京听岳不群唱戏啊，3天。好，人太多了，怎么办？可是这一列一列这个飞机啊，一列一架，一列了一架，可是一架飞机，嗯，坐不了那么多人。哦，怎么办？怎么办？飞一辆啊，低了一辆。您这个我没明白，什么叫飞一个低了一个？上下2辆，哦，上面那个低了底那个。哎，那我问您个科学一点的问题，您说谁先起来的？内蒙的马快呀，啊！我这嗨，内蒙的马走 ETC 啊！那行了，马走 ETC 啊！就这一合理的听着，我都看不清。行行行。您说这飞机吧，这我咋知道哪个起飞啊？那你怎么说出来的呀？急得我都出汗了，知道吗？那是圆不上来了，快，嗯。好家伙，都上北京来了啊！行行行行行，火车也坐不了，啊，那么多人，飞机也坐不了那么多人，啊，一个低了一个，一个低了一个，啊，大轮船，好舌头啊！大轮船，大轮船，嗯，好家伙，可是大轮船也坐不了那么多人呢，那怎么办呢？怎么办？自制小木筏，啊啊！哎呦呵，赶上孙悟空了。哎，《西游记》啊，你大师兄孙悟空，你大师兄，你大师兄孙悟空，自制那个小木筏啊啊！
找师傅那个，哎，行，就那个一家人蹦到那个小木筏上，哦，划来，哎，往北京划，让我们荡起双桨，哎，到不了，嗯，小船儿推开波浪，它就是浪的，海面倒映着。这连院子都没出这个，有华丽的，这是。谁能想到水里还有那么多人？对，澡堂子的专场。都往北京来了。哎，行行行行，我们要去北京听岳不群唱戏。好好好，岳不群唱戏唱得非常的好极了。哎呀呀呀！啊。正好正好啊，家里坐不起那个小木筏怎么办啊？小木筏都坐不起就别来了，你弄一个大木盆啊，往水里一放，哎呦，弄俩擀面棍蹦到大面孔大木盆里头，好，跟水憋似的。我们要我们要去北京听岳不群唱戏。行了行了啊，逃难去了。哎呀，都往北京来啊。哎呦，行行行行，全中国都往北京来啊。这是上海，朋友们。还有哪儿？乌鲁木齐。呵，都关照到了，还得。好家伙，戏迷朋友太多了。对，怎么办？都往北京来，怎么办？高铁坐不上啊，对不对？飞机坐不了那么多人，啊，是。什么马也不行，得骑骆驼呀。跑步也不行，骆驼也不行，骆驼也不行了啊。怎么办？怎么办？别来了呗。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这往心里去了，还那不行。岳不群的戏啊。啊，对，行行，那真是好极了。哎呦，这可以了，哎，真的。哎，对对，行行行行行，能不看吗？好，都往北京来，来吧。怎么办？怎么办？乌鲁木齐的朋友们有办法。乌鲁木齐朋友怎么办？我有点代入感，你说。乌鲁木齐的朋友们啊，怎么办？窜天猴，这没听说过。这胡说八道吗？这不，窜天猴像话吗？那个窜天猴啊，各位，那怎么弄啊？那个往身上绑炸药啊！哎呀，不能绑太多了。怎么呢？绑太多容易崩偏。哎，对，到山西了一会儿。哎，绑的差不多了。哎呀，一点火，嗖，那就火，一点一点往北京崩啊！哎呀，好，大略跟一群蚂蚱过来似的。哎呀。一点点往北京崩啊，呼天儿了有点。好家伙，到了天上啊！我跟你说，全中国的飞机啊都往北京飞啊！你想想啊，航线它是有限的啊！有有有有，速速速度，它都往北京飞啊！怎么办？怎么办？堵机了。新名词。堵机了。哎呀，是啊，飞机都查到那个北京四九城旁边了。哎呦啊，都飞不动了。哇，这位摇开窗户。还摇窗户飞机。好家伙，哥们儿，哎，我先过行不行？哎呀，我先过行不行？是，这位姚开，凭什么你先过？哎呀，凭什么？我这还低了一个呢。行了，哎呀，这俩人正聊着呢，啊，嗖，飞过去一个，过去一个还，再给打下来，这俩人想，哟，哎呀呵，还有窜天猴，哎对，都查在里头了。左手跟我一起画个龙，哎对对，右手画一个彩虹，哎呀，左手就像一个窜天猴，哎对，好家伙。都往北京来啊，这野猴这是啊！哎呀，我头都晕了，说的我太兴奋了，有点缺氧是吧？对对对，是。北京也装不下那么多人，那是那是那是，怎么办？怎么办？提前好几天啊，那个国家大剧院对吧？我说的刚才说的是国家大剧院吗？是是是是，是你还严谨。差点忘了，对，国家大剧院，好家伙，都蹲在门口了啊，都在排队啊，人太多了，是，一直到唱戏的当天，就礼拜五的当天，礼拜五，我决定那天唱吴家坡，啊，提前一天，还没开始呢，啊，比如说晚上七点开始，是，五点来钟，怎么样？台底已经坐满了，嚯，一万多个座全都坐满了，那叫座无虚席呀，都坐满。人太多了，可以这号召力 啊！那当然了，离开戏还有一个多小时，啊，又来了4000来位，买票买票，我们要听岳不群唱戏，岳不群啊，三天，经理吓坏了，哦，怎么了？买票的，啊，没票了，啊，没票了，要买票也行啊，咱只能啊，站票了，站票，站票，哎，这哪有地儿站？哎，剧场。只要有空地方都可以站人，哎呀，你看这中间，哎，都可以站人，
哦，站人！您打算赚这些人多少钱？都给站上，2800，不论前后排。这您是前后排是座，这个不论站着坐着都2800。不管。好，跟我没有关系，那就2800。哎呀，哎，离开戏还有一个来小时，又来了2000来位，买票买票，我们要听岳不寻常戏啊，3天。这是3天到的吗？经理都快哭了。哎呀，没票了，各位实在是没票了，没了。要想买票也行啊，对，还有主意，只能蹲票了。您想想，您等会儿，这蹲票怎么卖？我没明白。朋友们，嗯，咱注意啊，这个人呐，嗯，都是上宽下窄。对。不严谨，不严，我这话不严谨。妈什么？反击来的挺快，还。人大部分人都是上宽下窄，对，大部分人、啊、两个人中间这儿还能蹲一个人，啊，就这儿，哦，这蹲人呢？哎，这位往这一蹲啊，站着这位开心了，怎么开心了？好啊，嗯、啊，茶杯有地方放了啊，嚯，肉茶几儿，这是个。离开戏还有40来分钟啊、哦，40来分钟，又来了好几百位，好几百位，买票买票，我们要听岳不寻常戏啊，3天。经理说了，买票实在是没有了。没了，茶几都满了。要想买票也行，嗯，只能啊，趴票了。什么叫趴票啊？趴票，这个你看，座位底下啊都是有空位的，腿中间那空当，哎，这一个座椅，4个腿啊，从最后一排匍匐前进，嚯，爬到第一排，哎呀，哎，就这还能装几百人，哎呀，这为什么取的这是？这位爬过来坐着，这位不开心了，怎么不开心了？哟呵，钻出个人来，嗯，土行孙，对不对？什么都安上了。你是怎么出来的？嗯、啊，大哥，啊、大哥，我买的趴票，趴，哎呀，啊，趴票2800，来2800，趴票也2000，你买趴票没关系、哎，真狠。我这脚往哪放啊？啊，没地儿搁脚了。大哥，你就放我脑袋上吧。啊，好嘞，就踩脑袋上了。哎呀。这位刚踩上，这扒了脚脖子，干嘛？等一下，那什么，啊、我喊个好行不行？这还没开始呢，还没开戏呢，你喊什么好啊？对呀、啊，大哥，我怕我他妈活不到那会儿。哎，对，太难受了，喊吧，脚一挪开，好、啊，这怎么了？又踩上了，多难受！马上就要开戏了，是是是，又来了20多位。20多位，来了24位，24位，买票买票、哦，我们要听岳不寻常戏，是啊，3天。哎呀，你看我浑身都崩烂了。啊，这是窜天猴来的啊，就剩下24个，你来的，真不易呀、啊。我们一块来了10000多个，这嚯，就我们24个崩到了，淘汰率太高了。我们要听岳不寻常戏、哎，不然我们进就不行，我们快崩死了都。哎，对。真可怜呀、啊！经理都快哭了啊！哥几个、啊，实在是没有票，是趴票都卖了，没地儿了。由上到下，由上下没有地儿了。要想买票也可以，有地儿，调票。什么叫调票？国家大剧院啊啊，上面有8个电扇，你信吗？花那么些个钱，还不弄个中央空调？哎呀，传统相声就这么写的啊！对对对，好，您来，您来，来，请展现。我想过很多办法改这个毛病，改不了啊。是，吊票啊，正中间8个电风扇，8个电扇的。是是是，各位，传统的电扇，啊、1个电扇3个扇叶，现在也是，38正好24位，就给这24位预备的。老在空中作业，这24位。对了对了，就是他们。哦，他们的票价啊，2890。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怎么还贵了？贵90块钱。为什么？绳子钱得算上啊。你们真黑呀、啊！你们赶紧打发人去买绳子。哎呀，把这24个人、嗯、绑上去，怎么样？一个个吊上去，24个人不开心啊。那有什么不开心的？我们就是这么来的。哎，对。就没招呼地儿的，看个戏还得这么看吗？多难受啊！啊，那没办法呀、啊。嗯，想看就得这样啊。就这样吧。马上就要开戏了。怎么？有10几位骂街了。骂街了？凭什么？啊？凭什么？怎么了？他看前头，我们看后头。怎么还看后头的？经理扒头一瞧，坏了，
坏了。这三个扇叶啊，一个冲前，俩冲后。你看这不倒霉催的吗？这怎么办？怎么办？我给他们出一好主意。什么主意？把这个电扇呢，打开。这，也就是窜天猴来能受得了啊。哎呀，骑马来的都受不了，我告诉你。不能快了。五档不行。嚯，五档？你损不损呢你？五档还不如崩死呢那个。五档太狠了。五档一开始就是五档，这24个人双手。哎对。啊，底下人直骂街啊，甩零碎，哇，太冷了，对，还火药味呢。后来，哎呀，我真的头都晕了，我真的是，就一档啊，一档，哎，慢慢的，慢慢转起来，哦，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对，一人看一眼就过去了，都能够看得见。哎呀，我后台我都快疯了，是，赶快吧，我要唱戏呀、啊，嗯，那天我准备换。武家坡一马离了西凉界，哎呦，碰头好，碰头好，是是是，今天我原音呈现，哎呦，原音重现，好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不花那钱听听戏也行啊，你好，一定特别精彩、啊、来啊，我期待这个有点啊，一马离了西凉界，就这么一什么玩意儿的，就这么一嗓子，哎呀，就腾台底下就哗，这个好啊，这个骂街呀、啊，早该骂街了吧，骂了街就退票去了，早该退票，我们不听了，我们不看了，别看了，全都走了，是，你还别说，怎么呢？这有24位没走，哦，爱看，他们掉那下不来，去你的！您欣赏相声《规矩论》，表演者岳云鹏、孙越。没事没事，谢谢。谢谢，全是人。哎，谢谢。等你半天了。谢谢。嗯，感谢今天在座的每一位。谢谢，今天是。9月9号，哎，教师节的前一天，真清楚。今天有没有老师在座的？有没有老师？这是老师啊，坐下坐下啊。老师穿那么暴露。不是，人家下班时间，你管得着吗？啊、哦，下班了啊。我再看看。嗯。挺好挺好，黑色的啊，那个还是上班吧。嗯，今天这么兴奋吗？都谢谢。我们来深圳演出也不是第一次了，好几回了。嗯，商演我们两个人的专场是第二次，好像是第二次，应该是。嗯，我们之前来过。感谢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对，上的台来，我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好啊，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有头回来的，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没错，做一个自我介绍。嗯，我叫薛之谦。去。薛之谦18年刨出来都比你好看，要点脸吧你？怎么什么热度都蹭啊？
不是，人家不是最近不是红吗？不是红，你别蹭他，你蹭他干嘛？我叫吴亦凡。就这个，要点脸吧，啊，说自己名字。好，谢谢谢谢啊，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我不叫薛之谦，也不叫吴亦凡，那叫我叫岳云鹏。对了。我已经这么不红了吗？我记得我红过呀。是是是。我天哪，弄得我一点心气都没有了。是，您也自己不是也说了吗？红过。我叫岳云鹏，这是我的搭档。我呀叫孙悦。是我、啊、今天是他的单口相声专场。不今天也是没溜，没事，那掌声是给咱俩的啊！你现在这么红吗？现在没没有吧？没，比薛之谦差远了，是不是？哎，你也复婚了吗？没有，没有。你说这个干嘛？开心呢？哎呀，恶心听的。我们两个人是好搭档，已经七八年的时间了。八年了，重新站在深圳的舞台上，真是非常的开心。是，我们放眼望去，今天在座的得有好几千观众，也满了哈。楼上楼下灯太亮，基本看不清楚。对，面光灯太亮了。楼上有很多的朋友，而且坐那么高。把这灯关了，把楼上灯开给我们瞧一眼。对，嚯、哦！好家伙，后边那都满的。嚯、哦，那都是人。谢谢。我天，那二那上面也有。那也有，我天哪！我你怎么坐那么远？你是真的没有钱吗？不，这就是你不火的原因。得罪人，一天到晚的。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哦，真的没有钱啊！好好好。好，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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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挣钱吧。有那么多的朋友，而且据我所知，刚才演出商跟我说，今天不止我在这演出，还有谁啊？深圳还有演唱会，对吧？哦，对，有，五月天是吧？五月天演唱会啊，希望五月天演唱会成功。阿信啊，希望你们成功。还有谁？还有谁？黎明是谁？希望你看见自己的黎明。好，我希望看到明天的黎明啊！黎明四大天王之一，对，今天也有他的演唱会，也有啊。本来看演出的朋友就这么多啊，那就分散了还，因为有闲的就这么多，然后呢，还给分散了，是有点对不起人家了。我们两个走上台，还有热心的朋友送来礼物，是送花的，特别的开心，特别高兴，真的，现场都有七八千的观众啊，就三个送礼物的哈。特别好，特别好，没关系。尤其是前几排啊，这些个有钱人哈、啊，就是前三排，你看啊。啊？高价买的票，多少钱买的？2000买的票，两千买票，你疯了吗？2000的买我票，真是。2000你就可以包我了，知道吗？没有渠道，主要是。我现在多便宜了，我。要不是过气了呢？那可不是，去年还稍微贵点儿，去年正红的时候。是。去年2500。一宿？谁说一宿？谁说一宿？凭什么呀？不开玩笑了啊！不开玩笑，这个确实也没有人拿钱。这个确实没有舍得花钱的。半年，你看看，好吃不贵。
包一年打折哈、嗯、我们两个走上台发现台底下那么多观众，不少啊，真是特别开心，是啊，特别激动，嗯，我小岳岳我何德何能啊、嗯、能够吸引这么多的朋友来看相声，而且深圳又是一个码头城市，又是一个码头，又是一个南方的城市，对，我们发达城市，我们一开始以为相声只发展在北方的城市，我没有想到南方深圳有这么多的朋友喜欢，南方也能接受，喜欢听相声，真的真的，你们是走错了吗？还是不是哈？拿他们当五月天了？就你看手里的票是不是五月天？不是不是哈？确定没有走错是吗？好好好，真好真好，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冲的是什么呀？什么呀？欢乐。哎，说实话，咱们现在工作生活压力比较大，对，没有一个消遣娱乐的方式能让您开怀一笑，释放了。听相声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这些个年轻的相声演员又喜欢说相声，对，对不对？又喜欢研究，喜欢琢磨，嗯，喜欢把时间花在相声上面，本职工作。我今年岁数又不大，我19岁，我以后的路，以后的路可能还比较长，哎，但是我现在就很努力。哎，没听见是怎么着啊？聋啊？这是对我的一种肯定嘛，对不对？那是让你跑慢点知道吗？干嘛呀？你说什么呢？多大岁数呢？你问的问我的岁数吗？对，您的芳龄。我的芳龄，嗯，20。我今年这个岁数啊，二十多了、嗯、啊。咱们看谁累好不好？21了，22，差不多得了哈。对，你22差不多啊，30多岁了。嗯。您高寿啊？我不到100。你也快上墙了，嗯，就喜欢研究相声，嗯，对不对？生活当中一天24个小时吧，24个小时，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这是必须的啊，必须。其他的时间我们研究、游泳、逛街、聊天、喝茶、唱歌，再有的时间就是研究相声，把这个相声。您哪儿还有时间呢？时间嘛，你挤挤总会有的嘛，对不对？您说的是时间吗？除了时间还有什么积极还能有？嗯，达克宁。啊，确实有，确实有。嗯，说牙膏没意思。嗯，挤出时间来研究相声，是回馈给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没错，朋友们为的是什么？就是笑。是啊，开心。嗯，你知道笑吗？知道啊。你知道笑？嗯嗯。我的朋友，你知道笑我很开心，真的。你猜这么近呢？你知道笑我跟你妈我们都很开心。这我开了你，我知道孝顺是怎么着。不用，废话，是不用，谁跟你客气了？笑吗？嗯，笑。您那是笑吗？您那不贱吗？怎么不懂？我还不懂。笑是这样。笑什么样啊？贱呢？它是有区别的。您这是贱笑，这是笑，它都是有规矩的。就这笑容啊，是有规律的。这有什么规矩啊？笑容来得快，回去的慢。您说这笑脸儿？对呀。哦，来得快嘛，这脸恢复这个原貌慢。对。这没观察过。没有观察。没有。我给您做一个表演。表演这个笑，咱比如说某一观众往那一坐听相声，嗯，某一观众，哎呵，这个相声说得好啊，是，哎呦，这个逗哏的你看看，哎呦，吴亦凡，我的天哪，观众也瞎，嗯，真好看啊，哎呦，看见什么了这？哎、这就开心了，嗯，嚯，还笑着呢，呵。哎，你看这表情走时能用，你看
怎么了？猝死了，这才回去，笑容这才回去。您这也太慢了，就这样呢？不不不，这太慢了，耽误事。您学会快着点，笑容来得快，回去快，回去的也快。对对对，不合适，整齐，容易把旁边的观众吓跑了。都这么笑，好，再来一回，来一回。哎呦，这个相声说得好啊！哎呦，薛之谦，我天哪！哟好，这给摁回去了，合适吗？这不合适了，这是规矩。是是是，万事万物是一理，还有什么呀？什么事情都是有规矩的。您再说说，咱比如说啊，挠痒痒，就这快痒痒，每个人都痒痒过吧？都痒痒，对对吧？挠痒痒都是有规矩的。挠痒什么规矩？以这个腰为界限。腰以上痒痒了，往下挠；腰以下痒痒了。往上挠，这就是规矩，研究了吗？没有，没有。为什么？找不着腰。这个人很诚实。找不着腰。找不着就是找不着。这些是你的腰啊。我的腰比你脸还宽呢。大腰嘛，没有大腰像话啊。棒棒糖，以这个腰为界限哦，做一个表演啊。腰上面痒痒呢，比如说脸上被蚊子叮了，您这脸啊，蚊子得撑死我去。好，哎呦，哎呀，这惨着，蚊子死的，哎呀，好家伙，嘿，还挺痒痒，起包了。挠吧，挠吧。哟，哦，这么挠，哦，看见了吗？往下挠。是是是。咱们比如说腿上，又叮了，正招蚊子还。死了。还挺痒痒。是是是。往上。嘿，好，往上挠。哦，哎，行，您这不是挠痒了，这是，这憋着挣钱呢，这是。您等会儿，我再问您。就是这么挠，这那叫腰痒痒了呢，啊，腰又痒痒了呢，腰痒痒啊，那就让它痒痒着，哎，好，忍着，你横着挠啊，横着挠，哎，这倒是，这是规矩。话说回来了，规矩都是人定的啊，这规矩能打破，打破它的规矩，打破这规矩多好啊，不好，你上面痒往上，下面痒往下都好，再来一回，来，一样嘛，又钉一个，好的嘞。哎呦呦呦！挠往上快，一会儿劲儿过去了。嘿嘿，好，《西游记》看多了，真是不好看。腿上呢？腿上，哎，好，这蚊子都灭门了，真是。痒了，快挠！走哟！太难看了，不好看。是是是，什么事情都是有规矩的。还有什么呀？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您说，大街上走着呢，嗯，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哦，前面走嘛，后边有人喊，对，这个回身跟转脑袋，什么规矩？先转脑袋再转身体。哦，就脑袋先回过来，身子再跟着转过来。对，是这样吗？当然了，我就没观察过。咱俩做一个表演。表演，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行，看看是不是先转脑袋再转身体。啊，你前面走，我后边喊哈。这就开始。来来，开始不废话了。好好，前面走啊。怎么打雷了？出门这么大危险呢？大傻子，哎，咋这没听见啊？谁大傻子？你不让我喊你吗？喊我岳云鹏。哦，喊大名啊。你小名大傻子呀？我听你后台老那么叫，大名哈。啊？谁喊我？别瞎答应，打雷呢。有点什么啊？岳云鹏。
20万。二傻子。傻子我还排在二上了。怎么了？你也去买药吗？没，没有治傻子的药。你的药也吃光了。行，你们说还真是这个，听着脑袋转过来，身子在跟着转。先转脑袋。哎，话说回来了，要先转身上后转脑袋呢？不合适。合适。容易把旁边人吓跑喽。吓不？再来一回。来，岳云鹏。谁呀？我还以为今儿清明节呢。谁？那我先走了，要不然我等一会儿啊。我怕等不到了。喂，傻子！去！您那是平庸鱼啊，这是个不好看，这确实不好看了。哎。这要脑袋跟身上一块儿转的，一起转，整齐呀、啊，难看。再来回，来，岳云鹏，火，您是谁？您这自己火、啊？哎呦，诈尸的，二傻兄，谁二傻子呀？没有，这太不好看了，诈尸似的跟。咱再举一个例子，还有什么呀？更简单的例子，就连说话都是有规矩的。说话怎么规矩？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场合，说出的话来，声音大和声音小都是有区别的。这个大小声还有区别？当然了。哪儿的声音大呢？饭馆这个什么饭馆？您那个嘴啊，就是正练吃点人饭，听我的。饭馆，哎，说出的话来声音就大，饭馆嚷起来、喊起来。才显得那么热情，那么开心。是那样吗？两个人都非常的高兴。我没有什么印象。没有什么印象。嗯。咱们两个再做一个表演。又表演。我演一个饭馆的小伙计。嗯。您来一个嫖客，您来一个。哎。您演一个食客。您等会儿。咱们两个人。等会儿。我说错了。不是，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就是我来一个嫖客，您来小伙计是吗？我长得有那么惹火吗？没有，你长那么讨厌你。饭馆的小就这样，下意识说话声音就大了，是吗？来一回，来，开始啊，得嘞，到饭点了，找地儿吃饭。各位里面请。这是一饭馆，嘿。伙计，您来一个食客，饭乞儿，北京话叫饭乞儿。哎，您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好，我来伺候您，看看是不是很开心。就这招待我时候，这声音很高兴，就越来越大啊！里边什么都有，喊糖的。里边有面，啊、有菜，啊，就什么都有。走一走，瞧一瞧，嘿嘿，来了，先生。哎，来。吃什么？吃什么？我们菜单随便点，随便看，随便看，随便点，随便点一点，随便看一看，吃点什么？你怎么那么贫呢？你，习惯就好了。别动手动脚的。吃点什么？那个不看菜单了。怎么着？不认字吗？你不认字。那怎么不看呢？我吃的简单。吃什么？一盘花生米，二两老白干，三两猪头肉。一盘花生米，二两老白干，三两猪头肉。喂，你尝尝去。还真快啊！怎么样？是不是说话声音大？你是不是觉得我很热情？你是不是喜欢我？那倒没有，我想抽你。为什么？你踩我脚了，你知道吗？你走这么近干嘛你？好的，您等会儿吧。你往那儿一站一吆喝，这是饭馆啊，有面什么的，我就明白了啊。解放前北方的那个好多饭馆有那个喊糖的，现在也这样。还现在还，你什么嘴呀、啊？这都是，过去那北方喊糖就是里边两位，楼上雅座，全那么喊，都这样。现在没有了。你看现在好多餐厅讲究这个环境要安静，嗯，用餐的环境要优雅，嗯。你看那服务生都挂个手机往这一站，尤其那西餐厅，你看这西餐厅都能喊这个了。顶多有一弹钢琴的在那儿，你干嘛学西餐厅？装成高级啊，显得档次高啊，对不对？声音小一些，声音小一点，不合适，合适，再来一回。好啊，来，干嘛非得嚷嚷？
凡又在。来了，来了，哎，哎呦，天哪！认字吗？你不认字，吃的简单。干嘛呢？一盘花生米，二两脑壳壳，三两猪头肉。够吃吗？管得着吗？上菜。警察，哟，怎么弄？好，您这做什么交易呢？这是，声音小根本就不行。这有点太不合适了，是不是？那哪儿应该声音小？声音小啊，公园里头。为什么呀？两个青年人约会，恨不得全世界就这两个人听得见。燕语莺声，低声细语。哦，公园里两个青年男女谈恋爱，不一定是男女。哦，他们两个人呢？声音特别的小，月亮月亮月亮，那个咱们就是男女，就是标配，就是男女，啊，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怎么了？标配是男女吗？对。高配呢？高。女女男，还是高配好啊？顶配呢？女女女女男。还是顶配好啊，对不对？没赶上，哎，你看头一排大爷开心呢，大爷喜欢顶配，对不对？嗯，谁不喜欢顶配？不是，咱别乐，乐什么了？跟你看见了似的，不是，就正常一男一女，一男一女，对，好，男女谈恋爱。为什么全世界就这两个人听得见？是吗？环境也是非常的优雅。环境前面是山，后边是山，左边是山，右边是山。俩人坐盆地里了，你看，盖上盖儿都活埋了。你四面是山，怎么进去的呀？跳伞？他没听说过，再摔死一个再。有山有水有河流。哎，对了，两个人约会是？咱们两个表演一回好不好？青年男女谈恋爱。对，我来这个男的。谁？因为我有阳刚之气，你。你来那个女同志，好不好？没听见，我喜欢那个大胖娘们。对，我不喜欢这大脸蛋子的，我告诉你。你没听见呀、啊嗯？你来男的，我来男的。那我来女的，好不好？哎、全是男观众鼓掌，你看了吗？因为我有阴柔之美。哎，你到底有什么呀？你来这个非常魁梧的爷们儿，好不好？哎、对，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行，咱们约会。可以啊。我这模样也不像一个女同志。你怎么捯饬？捯饬一下啊。哦，捯饬完了就像了。对了，哎，我怎么觉得你怎么捯饬也不像？您这是什么超短裙？嚯！哦，头巾。嗯。好家伙！啊，跟包了一半的鸡蛋似的。是啊，好，我都想起奥特曼了，这就成功了哈。嗯，咱俩就是定约会。嗯，见面互相的喊。你到那边来，我到这边来。行，约会啊。行，哎，行了，今儿周末约我那女朋友见个面，也不知道来没来。哎。你怎么就不能放我一回鸽子呢？我这
谁说的？谁说谁来？那是传染病怎么办？你快点，我自己都觉得恶心。我都咽了好几口了，我都。说话，那个来了，来了。那个就是，你闺女什么时候到啊？你废什么话？我就是那个闺女啊。倒像龟的女儿倒是啊，这叫名字是吧？那个来了，来了，大秃子，您稍微等一会儿啊。你还稍微呢？你们家那姑娘叫大秃子呀？那应该年轻漂亮啊。大秃子好听吗？年轻，年轻，对的，年轻的，来了，来了，二秃子。还是年轻了一些啊，那是行二的。走怎么了？人家是个姑娘，这个名字怎么带个花啊，带个草啊，好听点的名字呀。又还有花有草呢。那当然了。来了菜花。哎，花菜怎么样？不是菜花好听吗？行了，这白花花这一片可以了，你要是绿的就是西兰。行了，凑合吧。菜花，土豆。哎，谁爷们叫土豆啊？我都菜花了，你凑合着吧啊！行，这蔬菜谈恋爱了，菜花，土豆，那什么啊？芹菜最近好吗？芹菜这不跟胡萝卜好上了吗？哟，那紫甘蓝多生气！过去。还紫甘蓝都出来了，那掉菜地里了是怎么着？你从菜地给我出来啊！菜花，土豆。我问你，你爱我吗？我当然爱你呀！我要不爱你，我是茄子。哎，离不开了。那个，你都爱我什么呀？我爱你工作积极，学习努力，天天向上，爱帮助人。以后我们改。你还爱我什么呀？想不起来了。你看，咱俩也交往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样？那个，咱俩要不这么着吧？就下月咱就结婚呗。谈到这个话题了吗？哎，我也是没辙了。结婚就结婚，怎么样？拉钩。说好了，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你动手！干嘛？你讹人呢？是怎么着？我这靠着不动了，怎么了？这怎么样？您等会儿。幸福感有没有爆棚？没有。我都觉得活的时间长了，我就你。您等会儿。您这种谈恋爱方式啊，我明白。六七十年代我父母那一辈人这样，现在也这样。不，过去的谈恋爱，男女谈恋爱得背着人，因为就过去不好看，说不能打破他的传统啊。不，现在这谈恋爱的90后、00后的，您难道说了男女都不分了呢？你看现在那个00后走大街拉着手抱大街就啃，有的是。你谈恋爱又不避讳人，那你什么意思？你大点声，大点声，大家都得知道啊！再来一回，咱情侣嘛，对，就是大点声呢，干嘛非得小声说话？这是我，这是男女朋友啊。来了，来了。你吓我一跳，你听相声往后撤什么？你没看见我差点摔倒了呢，踩地雷上了你来了，来了，菜花，土豆，
菜花，土豆，菜花，土豆，菜花，菜花了，五毛钱八元了，八元了，五毛钱八元了。我凭什么比你便宜三毛钱？跑这卖菜来了？你先卖的菜，别废话。菜花，怎么着？我问你，你爱哥们吗？我当然爱你啊！我要不爱你，我他妈鞋子。哎，你都爱哥们什么？我爱你，工作积极，学习努力，天天向上，爱帮助人。你还爱哥们什么？老娘想不起来了。哎，我告诉你，吓唬谁呢？啊，你以为哥们不敢呀、啊？怎么着？哥们豁出去了，下月娶你。娶我？怎么了？姐们儿，我嫁了。那快快来呀、啊！怎么着？怎么着？就这么定了。大伙儿说他有点，我去你的吧。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的热情掌声，感谢大家。嗯，还有热心的观众朋友们送来礼物，对了，让我特别的感动 啊！只有两个送礼物的啊。据我所知，现场坐了好几千观众啊，嗯，有两个送礼物的啊。想清楚吧，特别的感动啊，感动感动，感谢大家，感谢感谢。我们来到石家庄演出也不是第一次了。对了，我之前几年跟我师父来过，嗯，然后去年还是前年，我们两个在这前年在这演过。对，这个剧场是第一次，体育馆，体育馆比较大的一个演出场所啊。嗯，我很喜欢，我很喜欢，现场坐了好几千观众，你们好，好，哇，那么远，那么远还有人，这真是。谢谢谢谢你们，哇，谢谢三层，真的，你们坐那么远，你们是真的没有钱吗？你这话问的，有钱不就送礼物了吗？不是，你喜欢我，你应该买前面的票啊，怎么坐那么远？哇，你们都是喜欢相声吗？啊，哇，第一排有一个美女，好美，哪儿呢？最好的礼物，感谢你坐在第一排啊，那是那是，特别的养眼，谢谢你，谢谢你。我住在那个，他在我隔壁，不跟大家开玩笑了。哎，石家庄演出，心情十分的开心，十分的激动。先做一个介绍吧。好，我是相声演员小岳。哎，这是我的搭档，我呀，啊，叫做孙越，哎，是我，孙老师，嗯，特别好，我还好，特别棒的一个演员，哎呦，您捧我了，博学多才，哎呦，不敢当啊，真的，嗯，才高八斗，嚯，大学毕业吧？啊，是是是，我们后台其实好几个大学生，啊，有不少，嗯，什么于谦，哦，于老师啊，北电的，哦，北电，哎，北京电影学院，哎呦呦呦呦，导演系，啊，对。学导演的啊，学导演的，天天导演，天天导，打打打就导演，行吗？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天天导这一演呀、啊，这两堂课不就瞎了吗？不是导演吗？打打，那个导演自残，你这叫，人指导表演，指导表演，哎，还有高峰，高老师，什么天津大学的？对了，天津大学水产系，哦，学海鲜的，研究螃蟹，研究大虾呀，哎呦呦，就这个，是是。
孙老师了不起。我怎么了？什么大学告诉我们？农大。农大，亲爱的朋友们，楼上楼下好几千观众都听见了，听得清清楚楚。是啊，音响效果也不错。没错，农大。农大呀，农大你应该挤一挤呀。我一对不对？农大你不挤的话流到血液里头，到时候呢脸就肿了，知道吗？肚子就大了。你不玩去，那是肚子大的事儿。您别胡说八道啊。啊，哪个农水的农啊？不是农吗？化农。不是那个农，农业大学。农业大学。哎，什么园林设计呀？对对对，土木工程啊，古建维修啊，就研究这个。是是是，了不起。您客气。哪天把小孙啊，什么小孙呢？小孙哪天上我家？怎么了？我搞一搞你。你搞，好不好？你看我洋溢着笑容，到时候我用我的热诚。我知道，你太热诚了，有点。不是您干嘛？不是你们还有这爱好？现在。那搞一搞我，你要干嘛你？弄一弄你。比那个还露骨呢。我可能说的比较含蓄。没有、就是、啊，您这够直白的了，这个。不是你要干嘛呀？教一教你。教一教我。对六。教我什么呀？文化。谁呀？我。不是您等会儿吧？这一上场，我是大学生。对。那个高峰，那个于谦，这都不如我。我有文化。不是，你要教教我。对，那这么说，你比我有文化呀？你看出来了？我没有，我连男女都没看出来呢。其实你看出来了。我看出什么了？你有什么文化？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你甭来这套啊！还说歌词呢，还不是？哎，你要教教我文化。哎，你什么大学呀？那是我的骄傲。我听见什么了就骄傲？那是我的骄傲。不是您什么大学？您说。我是什么大学啊？你躲开，躲开啊！我悄声的告诉你。我不用，你大声说出来。我怕我说出来吓你一溜跟头。您放心，翻不过去。就这么自信？那是，我又不是没试过。我是北大的。谢谢，感谢我的同学，谢谢。这起个哄的同学了，这不是是什么大？你为什么那么笑？有点嘲笑你的意思。不是你什么大？北大。北大，北京大学。可以，我让你挑呢，我让你。我没挑啊。你哪？北京大学当然是一个好学校。学府啊。北京大学，我从那儿路过过。我还在那儿住过呢，知道吗？路过管什么用啊？不是北大。我们哪大学？不是北京。哦，北京医科大学。那医科大。北大，北京邮电大学。那叫电大。怎么电死你了？怎么还电大？这北邮吗？这不是。哦，可以，还电呢，气氛稍微有些尴尬了啊。那是你闹的。不要再问了。不，那聊天嘛。那北京联合大学。你嗓子狗呢？你这儿呢？这个不是你这怎么哪个？什么大学？我哪儿？我还我哪儿？我蹲都费劲我。让你卧哪那么开心干什么？还卧哪？我还得你看你开心的，你干什么？废话，你们难为人吗？这不，站起来！哎，你看多听话。废话，压根儿没坐去。不是你什么大学啊？你说没上过大学，怎么了？干什么？你我骄傲了吗？哎，我自豪了吗？你还不害臊呢？没有上过大学很正常，对不对？哎呦，没上过大学的人多了。怎么了？在座的有没有上过大学的举手，我看看。你看，哎呦呀，多丢脸！你看看，哎呦，没上过大学都买头根的票是吧？上学有什么用？这是。
不要瞎说。你甭拉帮结派，知道吗？不是你大学没上过，你教我什么文化呀？教你什么文化？不是，你高中上过吗？高中的上过。哦，高中上。高中要是没有上过，说相声那算诈骗，知道吗？大学没上也算了，啊？大学没上也算了。您哪高中啊？我听听。就是啊，这样吧。哪样吧？我说相声就是诈骗。这年头啊，就这么坦诚的人少，是不是？那是，换句话说是不要脸，知道吗？这就是，我就是诈骗了。退下呀！这么大气的吗？售票处早就收了，知道吗？知道没地儿退呀、啊？不是，可能退票。就是高中没上过。没有。那初中总得上了吧？初中得上。初中要是没上，说相声那算诈骗。您已经骗过一回了。嗯，您初中在哪儿上的呀？我听听。初中啊，是在一个、什么学校？一个美丽的小山村。哦，山村。哎。哪儿啊？我的家乡在河南。啊，这我们都知道。哎，我就在那儿上的初中。初中什么名字呀？什么名字啊？几中？您有名儿啊？我们能查档案，能调出你档案来的。啊，岳家村一中。去找吧。岳家村。啊，你们家不是岳村集吗？嗨，无所谓，无所谓。岳家村一中。就是。哎，那个。人。你是不是管我胶吃多了？啊，不是，对，老跟嗓子狗似的，你看，一点都没用。就是你别就是了啊！上没上过初中？我初中上了没几天。啊，初中几年？对，初中一般上几年？我听听。初中三年嘛，干什么？没完没了了，他说问底来了，这是我的专长。我就卖着票呢，我在这儿。头一个节目，好家伙，你问个底儿价，你干什么啊？一点脸不给了，一点脸不给了，真让我退票啊？咱这不是聊天吗？你嗓子裸住跟嗓子狗似的，你想我怎么就不要脸呢？啊、你本来就不要脸呢。你甭说这个吧，但凡要脸，你早就逗哏去了，是不是？但凡要脸就逗哏，不是这话吧？啊，不是你初中三年，你上了多少年？我上了。你上了几年？我听听。两年。有没有调戏老师被人开除了？怎么了？干什么？没完没了了？是不是没完没了了？调戏老师？初中上两年，十几岁啊？啊，十几岁就调戏老师了？初二调戏的啊？十三岁，你等会儿不对，被老师开除了。你等会儿，到现在我还记得他。你没记得他？初二应该是十四岁啊，那就十四岁。怎么了？我这个人好说话。你太好说话了，你。不是您初中到底上没上过？上过上过，虽然学历不高啊，但是我辍学以后，我经常的学习。辍学以后，对，经常的学习文化。还学习学习咱们中国的知识，哎呦呦，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那不假，尤其是中国的文字。嗯，我问你一个小问题。什么问题？中国的文字是谁造的？谁造的字儿？这个问题高深了。不高深。嗯，您撞在枪口上了。您知道仓颉造字，孔子留书。仓颉造字，圣人留书。没错，说的没错啊。嗯，仓颉造字。是，亲爱的朋友们，嗯，仓老师怎么那么大的能耐呢？对不对？苍老师怎么会造字呢？对不对？我估计可能要没有苍老师的开导，你也调戏不了老师吧？啊？怎么了？什么叫苍老师啊？苍老师吗？您说那苍老师男的女的呀？女的。男的呀。仓颉。仓颉，那仓颉的大地，那应该叫中国的文字。对，仓颉是古代劳动人民留下来的成果。哎，我经过我的研究发现啊，中国的文字有的合情合理，有的不合情不合理。哎，您等会儿，
就您这初中没毕业的学历，你还说汉字不合情不合理。对了，你有点胡说八道。你听我慢慢给你讲。你说说听听。合情合理的字啊、嗯、上面一个小，底下一个大，念什么？尖。尖，说的没错啊。嗯，尖，合情合理啊，底下大上面小。哎，尖，一个三点水一个少，念什么？沙，水少了，沙子呈现出来了，很正常。哦，合情合理。但是我觉得有的字不合情不合理。您说说。咱比如说。比如说。左边一个人、嗯、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从啊。从，丛林的从。从啊。我觉得不应该念从。为什么呢？应该念床。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床，你看。也可以念炕。您说的还是仓颉吧？仓颉，仓颉，仓颉。我再问你，上面一个千，千，底下一个李，念什么？上面一个千，底一个李，重啊，重啊，重重。上面一个山，底下一个山，念什么？出，出。哎，亲爱的朋友们，仔细想一想这两个字，嗯，错了。怎么错了呢？千里为出，二山为重。千里为出。对了，走千里，出门走千里，才先出门才能走千里。哦，千里为出。是啊，上面一个山，底下一个山，山是最沉的。哦，二山为重，这是劳动人民当时你混了，你等混，脑子稍微一混淆，他就把两个字弄反了。您等，您等，知道吗？您等，您等，这是我的研究，岳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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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您这么一听啊，您这还挺有道理。当然了，但是就这个"重"跟这个"出"这两个字呢，我这也有点解释，因为我瞧过这个古文书上说过这俩字儿，是吗？您看我的解释对不对啊？好，我听一听，为什么叫千里为重？你想这人啊。走出一千里地去了啊，这人得累成什么样，他拿什么都觉得、啊、那千里为累。 你对不对？我为累干嘛呀？我这个人好糊弄。我不甭糊弄，像话吗？都这千里就是为重，走出一千里人累得都不行了啊，你手里拿一根羽毛他都嫌沉，他都嫌重，这叫千里为重。二山为出，二山为出，你在这个山，你那边有座山，你都过去了，迈过后边那座山了，你这不就出去了吗？二山为出。我看你都没有掌声了，天哪！那我们的解释对，解释半天连掌声都没有，真有意思。您也没有啊，您这失忆了。我这个人尴尬习惯了。啊、哦，对，再说我们还要脸。我再跟你说啊，不是我这是对的，你好好好，无所谓无所谓。什么叫无所谓？中国的文字，有的音同字不同，是吗？有的字同音不同。哦，有的时候一个音能写出很多字。哦，同音字。哎，有的一个字念很多音。哦，对吧？是啊，这是中国的文字。哎呦，但是据我所知，据我的总结啊，新华字典上只有一个字，只有那么一个字。一个字啊，一个音，就别的没有，别的再也找不到了，是吗？对，一个字，一个字，一个音，这个字是命，命，生命的命，因为命只有一条，能写出命字，还有别的字吗？命，写得出来吗？哦，就这一个字，还有别的音吗？哦，您说就字典里就这么一个字，就这一个字，我研究过，我总结过。哦，就因为是命，只有一条。对，这命字就这一个音。对，不对吧？啊，你不要说话。我什么就不要说话？亲爱的朋友们，你这是我的研究，我的总结。您休息一会儿。行了，说什么呢？这不对吧？怎么不对？不光这一个命字儿，还有什么字？我觉得好像就是我琢磨的这个死字儿也是一个音吧，因为死也就死一回啊。三声死死就一个字一个音吗？对呀、啊、你回北京吧。我
我什么叫回北京？轰走了，京师高速赶紧走。我怎么就走了？现在就回去。您这研究不对，知道吗？这个啊，甭糊弄事，知道吗？这玩笑啊，各位。我哄孩子玩儿。我这个人就好开玩笑。哦。我真正有能耐的。您说是什么能耐？吟诗。哎，怎么了？哎，我这不是这么好几千人，您说这干嘛？还有孩子呢？什么叫吟诗？吟诗不是你自己的这个爱好，你别跟这儿说这个。什么爱好？你说你就快诗前面那个是吧？吟啊，对我就好吟。这臭不要脸那个，你看吗？不是您别火这银，这银不好啊。不是银怎么不好、啊、不是我这么问你吧，您这个银字是怎么写、啊、你看那个没有文化的样子、啊、你看现在没有文化银、啊、一个三点水就这个就哪个就三点水一个三点水一个今天的金啊、哦、一个今天的你是不是原来养过狗啊你哎呀突然间气氛很尴尬就是这边反正是一个今天的金银哦这边是个口字对口字边一个今天的金银当银唱的银什么都能拐那唱的银唱的银虎啸龙吟对了哦吟诗刚朗诵那么讲对了哎呦呦呦呦还有我写过很多诗啊是吗嗯你什么写过什么写过很多诗你今天我媳妇过生日我还发了一篇微博呢那都是我写的诗哦哎对吧哎那除了给媳妇拍马屁这诗还有什么别的吗那就没有了哦这个气管炎就是还有答对什么春联写对联做对联这都是我喜欢的就您这初中毕业您还喜欢这个呢这怎么了吟诗答对儿啊写对联儿你看那个嘴撇的吟诗答对儿写对联儿这么瞧不起人这么瞧不是您那什么文化水平我们就不知道你说你站台上吹着牛干嘛你还写对联儿那写对联儿的规矩你知道吗当然知道了不是你知道你说上联是一个字啊下联就得一个字对字对字上联是两个字下联就得两个字、啊、对呀、啊、上联是一万个字下联就得是一万个字这是规矩吗对不对一万个字啊我们家里多高的门框啊这里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我们家改读报栏了你知道吗什么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哎、光字数上的要求没用啊还有韵律的要求当然有了您知道吗天下无语不成对这是老话天对地嗯雨对风是大陆对长空嗯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平这是规矩啊有点能耐呀哪儿不对了可以啊就是哎那这么说就是说您这个做对联就是别人出上联您对下联对呀、啊、就是谁都能出上谁都可以哦谁都可以你也可以啊、哦、我也想当然你是我们人类的朋友吗对不对我还是狗啊我们人类的朋友了我感觉啊你是我们大家伙的朋友吗我就是人你说清楚了对就是人你给我洗脑了就是人哎对斩钉截铁我是个人我有身份证对不对还与天争与地争呢外面您等等等就我出这个上联您就能对是吧能哦刚才您说的就是这个一个字就对一个字一个字我跟你对一个字哦有这能耐你要有那我就给你出个一个字的上联我给你对一个字的下联您听我这上联是上嗯我跟你对不上啊、哎对等下趟是吧公交车是不是那不上干嘛呢我一个字对一个字啊一个字对一个字啊上我跟你对下哦上对下上对下哦坦对特忐忑阿
对欧，阿斯都对阿斯都，哎呀呀，知道吗？没少听歌还是上对 下，天对地、啊、不雨对风，我没问。大陆对长风，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我没有问候。平仄平仄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平。您呀，您听清楚我的问题，我没有问后边，我就问你上来的上对下。哎，对对对对，天啊不地，哎呦，我习惯了，我没问后边啊，我习惯了，就是上对下下啊。好，那您听我这上联，嗯，我这上联是天，我问这干嘛？我天对地，雨对风，终于问大陆对长风，行行行行行，雷隐隐，雾蒙蒙，开始大吉，万事蓬蓬。名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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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掉坑里了，看着了，我多余问石家庄的朋友们，好有文化，人学历都比你高、嗯、第一排有个大爷一直没有笑过，是为什么？是不会写这字的吗？您甭说这个，是在研究命字吗？您甭说这个，就天对地就完了哈，我都多余问他，我告诉你，我这嘴也欠了啊。天对地哈，您听我这上联，我这上联是盐盐，嗯，盐对醋，哎哎哎哎，就这么耿直，你别正脸了你。你给我解释解释，这怎么对的？盐是咸的，对呀、啊；醋是酸的，哦，咸应该对甜，对呀、啊；盐应该对糖，是，但是糖不工整，没有文化。盐对醋，我就干的对稀的。对，盐对醋，哦，盐对天，我没问题。雨对风，行了，大陆可以对长空，那么品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仄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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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仄仄名仄仄名。大爷笑了，大爷笑了。那个岳老师，咱商量商量行吗？就后边那些零碎咱不要了。后边零碎不要，大爷怎么笑？大爷爱听零碎的吧。哎呀，我说什么上联您对完就完了啊，行，不用往下说。好啊，您说这个盐什么盐对盐对醋，盐对醋，嗯，好好，咱听我这个，我这上联是好，好，嗯，好对歹，什么叫歹呀、啊？好好歹歹，好人歹人，哦，歹徒的歹。对了，好好歹歹，好歹咸鱼，好歹，哦，好对歹，嗯，好对歹天。天累了，嗯，休息休息啊。哦，好对歹，嗯，那我这上面要是是呢？是，嗯，是对炮，是怎么对炮？迷之是为挪炮，是对炮。哎呦，吓着了，你看到吗？哦，是对炮。对了，哎，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上联啊。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下联。我这是上天。言好事，我跟你对，回宫降吉祥。您不是这么对，这是造龙对。没有没有。腊月二十三，哦呦呦，祭灶的时候，哦哦、上天言好事，行行回宫降吉祥。岳老师，打住，您不是这么对的啊！我说上天要您对的什么呀？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上对回，上对的什么？回下天呢？地言呢？错。好呢，来是呢，啊，上天言好事，下地醋歹炮，什么玩意儿？这叫会不会？有能耐没能耐呀、啊？一下地呀、啊，醋把那个炮给逮着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然后炮就崩了，哎呀哎，就酸炮，酸炮，
你少看那动画片了。这赖谁？赖谁呀、啊？赖你。怎么赖我呀？对对联有一个字一个字崩的吗？不是你，不是你有能耐吗？你最少得俩字啊，仨字啊，一排字啊，对不对？还一排字啊？那您给我打个样呗。我给你打个样啊，我给你来好的啊。您出去我队友，我看你有什么学的。哎，我来好的。你来好的。就你，你不一定猜得上来，对对，对得上来。是，你要说天，我就抽你，信吗？天，冲我来，来。哎。我都怀疑你在初中我都没上过班儿。脸为什么这么大？臭的呀！啊！得了理了，我告诉你，你脸好的呀，上联嗯，三四五六七，三四五六七，一顺儿啊，顺儿。我给你对，石沟大口腔，我这封顶了。你应该对四五六七八。那凭什么呀？对五六七八九，凭什么呀？石沟大口腔封顶，同花。来，来，炸死你啊！上联，说说，魑魅魍魉。魑魅魍魉，哎，很多人纳闷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西游记》看过吗？主题歌《魑魅魍魉》，怎么它就这么多？魑魅魍魉四个字，每一个字都有鬼，四个鬼，俩炸，炸死你！你看，魑魅魍魉，每个字都有一个鬼字，哦，这是。四鬼俩诈，我给你对、啊、我给你对四大天王，四大天王不行，四大天王，刘德华、黎明，不是这个，庙里那四个，有学问没学问呢？我想想想想，魑魅魍魉，哎，我这有了，嗯，听我的，我给你对啊，琴瑟琵琶。我你等会儿，你先别鼓掌，先等，先等，说吧，先等。我问你，琵琶我知道啊，琴瑟是什么？怪兽是不是怪兽？哎，这四个字你认得全吗？啊？怎么解释？怎么解释？我告诉你，琴瑟琵琶这四个字，每个字的上半部分都是两个王。我这八个王，我四个这。可以呀、啊。那是，来，初心，来，有能耐，来，来。你把玉皇大帝请过来的，八个王，那怎么了？四个炸，我天哪！我这四个二都不行了，多新鲜呢！好，说个别的啊，来，好的，绝对儿，你还有绝对儿呢？嘿，闹笑你，绝对儿，尿笑，听这个啊，来，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上海自来水来。您这水没法喝，咸的。人家上海，注意细节。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从这边看，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从这边看，也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这是绝对。哟，有点能。琴瑟琵琶四个炸。上海自来水来自海，有了。什么？你听我这个，你把这上联再说一遍。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你听我这下联啊，山西运煤车，煤运西山。你回北京？哎，我怎么老回北京了吗？我非得死在北京去吗？我跟你说，哎，就这样上联，我出一个你也不行。没那个，没那个，没我不会的。
听我这个，我这上联是：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来，我跟你对，上海自来水来自山西运煤车，来回用啊，这仨对联斗地主呢，对新的嘿。你再说一遍，再说这一万遍你没戏啊，听听这啊，听着，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我跟你对，13800000831。13700000731呢？我们对13600000631。13500000531呢？13100000131。哦，130呢？那是联通。我给你数电话号码来了。不是你有没有这能耐？你有没有能耐？啊，不，这么着吧，行吗？就是我虚点心，我请教您点问题，行吗？哎，好哈，虚点心，那是。哎，我问问你啊，就是我一看你有能耐，行吗？当然有了，是有能耐吧？那我就问你啊，我要是一这个说北，您对什么呀？南。哦，东呢？西。上呢？我给你对回宫降吉祥。又一个字一个字落病根了，这是啊，就是北对南，东天对地。哦，不，没问这个。雨对风，我没问。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咱歇会儿是吗？平仄，大爷，您都交代完了。哎，您听我这上联吧啊，我这上联有了，您听我这上联。您说，您拿着耳朵听清楚了，立起来啊。好，听着啊，我这上联是。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你他妈全占了你！来，你不是有能耐吗？上海自来水，除这一个没别的了，幺三八。那最后我输到联通手里了，我一会儿。你再说一遍。再说一万遍就没戏了。听清楚了啊！我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我跟你对。南雁北飞，双翅西东分下上。我是仰飞。我是往回飞。我不去了。返回呀、啊！掉头啊，各位！玩去！掉头就仰着飞呀、啊！那掉头可不掉头吗？你连身都掉着，知道吗？没有这么飞，那不掉下来了吗？那就我不去了。你是不去了，你也别回来了，你死半道了，知道吗？这边也暖和。没有啊，不行，你自己找，知道吗？把我们这返回来管什么用啊？真是的。我给你来一个啊！你有没有能耐？来。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哎，好脑子！我问你对，前车后折，两轮左右走高低。我这是北雁南飞，前车后折，双翅东西，两轮左右分上下走高低。嘿，有点学问呢啊！你再说一个，我再说一个。哎，这么着了，我跟你说一压箱底的绝对怎么样？只有绝户，没有绝对。哎，这叫什么话？这叫扎心。天下无语不成对，听那么扎心。天对地，行了。谁问你？您听我这绝对啊，我这对的上联是：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完
完了吗？完了。听我的，您来。我给你对，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绕口令。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了个喇叭，说提了塔嘛喇叭，想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了塔嘛喇叭的塔嘛，提了塔嘛喇叭急了，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叭一喇叭，说也不知你拦着我点儿啊你。我拦得住你吗？你跟让狗追了似的。狗追我可不害怕。老嗓子这玩意儿干嘛你？我没跟你说绕口令，对得上你说的不是绕口令吗？不是绕口令。怎么那么些戏，那么些足啊？这个啊，这是本人的实事啊。我听一听，我给你讲讲啊。啊，去年八月十五，逢八月十五呢，就是吃月饼、喝黄酒、吃螃蟹，就喝螃蟹。我母亲你也认识，你也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妈呢特爱吃这河螃蟹，我就给我妈买了这么一篓河蟹。哎呦，您听着，这螃蟹蒸完了以后呢，咱大家吃呢都是先吃这蟹身子，最后再吃这蟹腿，这蟹腿叫蟹足，把这蟹腿掰着搁桌那儿吃这身子，身子全吃完了，我妈觉得不够啊，要那怎么办？还想吃。一看哟，还有这蟹足呢，把这蟹足全都吃了，全吃完了还不够，就是这对子上联，您听清楚是不是这意思啊？说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真好，真好啊！怎么哎，绝对，这是你母亲的事儿。对对对对、啊，你通过这个事情呢，发挥你的想象，然后你就。做了一个对子的上联，这才思泉涌啊，才思泉涌，哎，写了一个对子上联，是是是 是, 是，真好啊！如果是我的话啊，我就给我妈买螃蟹去了，对不对？我就再买一篓，什么时候吃够了，什么时候算，那是我的妈。我妈吃完蟹不足，我妈都吃蟹足去了。哎呀，我在想这个上联怎么写啊？吃完蟹足还不足？哎呀，终于对子有了，上联有了。哎呀，真孝顺呐，真孝顺。你让你这么一剖析，我他妈忤逆了呢我。回家我就给我妈买点螃蟹。你给我买点。这么着这么着，哎，你把这对联对上来，我回家给我妈跪着去，我乐意，知道吗？好好好。啊，你对上去。你有能耐，你对着、啊、你听我的，真是我跟你对，我听你们家什么遭遇？我跟你对，骑驴，骑驴磨腚，骑驴腚，骑腚还磨腚，这都什么玩意儿？这叫您歇会儿吧，您我不累，我们那都吃的，你怎么还有病呢？这里这是我的事儿啊，什么事儿啊？前两天我去踏春去，春游，哎，人家很多人都骑马，骑马，我不爱骑马，是他爱骑马了，我骑了吗？那骑了，骑了马一会儿那个马变骆驼了，是吧？我呀，我原来骑的就是骆驼，我以为你骑的是马。没有，没有，没有，那马后背唰下去了，像话。我骑的就是骆驼，骑的就是骆驼。哎，我不爱骑骆驼，也不爱骑马。那您骑？我骑驴，小毛驴。驴它那个后背上没有马鞍的呀，铲骑，它就磨我的屁股。哎呦呦呦，我这怎么办呢？是往后顿顿吧。坐驴屁股，坐到驴屁股上了，这肉。没想到坐到了驴屁股上，还磨我的屁股，还磨这屁股。这就叫骑驴磨腚，骑驴腚，骑腚啊，还磨腚。你别说了。这世界很酷。下面请欣赏相声写对子，表演者岳云鹏、孙越。谢谢，谢谢各位的热情掌声。哎，刚才这个节目叫做《空城计》，对，这是一段传统的相声，大伙听的比较多的那个版本呢，估计是我们那个老祖侯宝林他说过这个作品，侯先生啊，说的非常的好。嗯，这个二位重新演绎、重新改编，嗯，说的也不错。对了，下去休息一下。是，这场呢又把我们两个人换上来了。换一场，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您说，我叫岳云鹏，哎，一个小学生。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单独介绍我啊，叫孙越。哎，我孙老师。您老师今天的状态呀并不是特别好，哎，因为这个上火了。哎，对了，这个他这个嫂子不舒服。以后对这个怎么回事呢？你等会儿。没有什么叫嫂子不舒服，嗓子嗓子没事哥啊，这个闭嘴，
别胡说八道、啊、嗓子不太舒服、嗯、上火了、嗯、这个早上起来啊话都说不出来，对了，给我打一电话，我说要不就请假吧。我怎么给你打的电话？那个微信呢、啊哦、微信聊一聊、哦、啊，还聊一聊，发文字不啊，发文字说那个要不我请假吧，我说你要不请假要不去死，然后他就来了他就来了，挺好的一个演员，是不是、嗯、就是耿直啊，选择继续给大伙说相声。今天呢我们哥俩给大伙说一段什么呢，其实啊我跟他说在一起说相声啊，这个心里啊很开心，这有什么开心，高兴、嗯、因为能从人家身上啊学到很多东西。这话客气了，真的，演员的动物那是杂货铺，哎，不假，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知道的事儿多呀，哪那么些话呢，知道的多呀，哎，知道可能多一点，了不起、哎、蹦蹦，而且呢有文化有知识，我们后台很多相声演员都没有文化，哦，文盲啊，比如说我们那个烧同志，这个烧同志啊、哎、咱把哪同志烧了呢，干嘛烧人家呀、啊、什么叫烧同志，烧饼烧不能外号，那不是烧同志吗、哎、姓朱，姓朱，朱同志 哎, 哎，也不好听、啊、姓朱，朱同呀，你应该跟他跟他很亲的，我、哦、亲什么亲，我这个烧饼小饼没文化、嗯、哈尔滨人、嗯，并不是哈尔滨人就没有文化啊，他打小啊、嗯、这个不怎么爱学习，对了，也不认识字儿，嗯，拿着一个字儿呢过来问问孙老师啊，请教我，嗯，什么字儿呢，一个口字边，一个舍近求远的舍，哦，这个字念啥呀，对了，哎，再加上这个烧饼呢是东北人，对，说话呢带点口音，有点东北口音，阿孙，哎，这句可没口音，什么叫阿孙呢，孙老师、嗯、这个字念啥呀，你看这很正常啊，那啥呀，再看他啊，阿炳啊，瞎子，什么叫瞎子呀，阿炳啊，你阿烧不好听啊，小饼小饼啊、嗯、阿炳啊，小饼啊，小饼这个字啊念啥，对喽，对呀，我这不问您的吗，这个字念啥呀，念啥，不是你是不是傻呀、啊、你、嗯、我问你这个字念啥，哎呀，念懵，哎，这好，胡给人说 问懵了，哎，说不清楚了，哎，念啥，嗯，一会儿呢这个饼又过来了啊，拿饼又过来啊，拿着一张纸一个笔过来问孙老师，嗯，求一个字儿，哦，不会写啊，大粪的粪怎么写，这要干嘛呀、啊、这是，我哪知道啊、嗯、孙老师这个大粪的粪怎么写呀、啊，可是呢提笔忘字，哎，这保不齐，保不齐啊，现在都是用电脑、嗯、对，都是打字，是很少有人写字了，哎，提笔忘字，嗯，哎呀，这个粪怎么写来的，不会，你看这个粪想不起来了，这个粪就在嘴边上，怎么出不来了，没听说过，那在嘴边有文化呀，擦干净了，了不起啊、哎、应该向您学习，哎，甭客气，很多字儿，很多这个事儿向人家请教，是了不起，哎，甭客气，其实我们后台很多大学生，还有什么高峰啊，栾云平啊、嗯、这个侯震啊、哦、还有这个于谦啊、哦、都是大学生，是啊，于谦最值得一提，您说说，北京电影学院啊，对了，导演系，是，哎呀，现在眼神依然好、真的导演系眼神大大天天的，你等会儿吧，你导演系都是导演儿啊，那没毕业不就瞎了吗，那个没有，不是导这演啊，哪个导戏，电影电视剧，哎，教演员表演，对了、哎、他们跟我啊、嗯、都不行，什么到我这儿全不行啊，这四个大学生啊加上我，我们五个到你这儿都不行，我没有说您的啊，我没有说您，他们四个到我这儿全不行、哦、您呢到我这儿嗯别生气啊，别生气，实话刚才我没生气，我在这嘲笑你，我现在想你怎么着比我们五个强啊，你哪儿比我们五个强，大学生啊，谁呀、啊、你哪个大学，我农大、啊、农大，对不对，农业大学，对呀、啊啊，跟我不一样，你哪个大学，清华的，你等会儿清华啊，你们学校在哪儿啊，你学校在圆明园，在虎坊桥，什么叫虎坊桥啊，还是在西安啊，就是啊，
瞎说什么？你们学清华的。清华大。清华的。清华哪清华的？清。我没问这字儿。哪个？我问在哪儿？你们校址？北京啊。废话，北京哪儿？说清楚了，详细地址。我问你了。我问你了。就那儿啊。哎嘿，您的特长是什么呀？我搓戏的呀。这玩去玩去，连修脚都不会，我告诉你，还搓戏的。这是跟您玩笑。你甭管你什么大学，没有上过大学。我没上过呀。但是我不骄傲啊。对对，你还不知道害臊呢，你这什么不骄傲的？这不值得骄傲。你有什么文化水平？文化水平啊？啊，你教教我们啊。高中。再给你一次机会啊。初中。初中啊。你给我出去啊。哎，你才你才太像了。咱不闹，咱不闹啊，正哥说正事儿的啊。你到底什么学历？初中。初中。爱信不信啊。那也不退票。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您说。我知道你上了什么学啊。啊啊，你说初中是吧？对。初中几年你上了？嗯，你等会儿，你把我耳朵咬了，你不是我小声的告诉你，不用大声，怕你羡慕我，不能，我不羡慕这个没用啊，我上大学的羡慕上高中的，我怎么着啊？我唱的，我呀，初七，初七该上班了吧？初七。跟你开玩笑，你让气氛很尴尬，知道吗？啊，我们很开心啊。不能你开心呢。初中几年？是不是三年？初中三年。啊。没上完。初三没上。对。初二呢？没上。都干什么？改群口了是不是？嗯。有意思没有？自己说实话啊，上初几？干嘛去？调你档案去了。美什么呢？这说呀。我等他回来呢。这人家要不回来了呢？哟。这个身材比那个好，男朋友就在这儿呢啊！哎，乐意吗？点头了。说你的，身材确实好。甭废话啊，说自己学历吧啊！走道都带风，那么走。哎呀，换看你的模样。我呀，这个是这样啊。啊，你甭解释，你说什么？初中啊，我上了没几天，我们是初二那个初二，然后那个报名去上学，然后初七我就回来了，就这么个初七。那就没上啊，那就是上了大概起五天，那五天放假呀，那五天。初二报名，初七那五天放假，那是就没上合着。对，什么小学学历？我看小学学历怎么了？小学上几年？不是你这样有意思吗？刚才我一直在捧你啊，我用你，我一直在夸您，我用你，老追问人学历干什么？哎，问清楚了，小学几年？六年。错了。六年，六年是每年换一年级，还是在一个年级六年？
这什么？说实话，一个年级待了三年。哦，上到二年级。哦，二年级寒暑假赶上了吗？废话，当然赶上了。哦，那就是整学期都上了。啊。哦，二年级啊。对。你教我什么呀？教你什么文化？教你多了，教你东西多了。教我什么？说说。我这么跟你说啊，你怎么？虽然学历没怎么有，知道吧？没怎么。就算没有啊，但是呢，咱坠学以后呢，坠学，你二年级都多说，我告诉你，辍。辍。但是我辍学以后呢，就经常学，什么都学，知道吗？啊。这个看书，最爱看书。你看得懂吗？看得懂，四大名著，经常看。我都翻烂了都，都没看明白。怎么会看不明白呢？四大名著还看呢，多新鲜呢！现在有电视剧不知道啊？电视剧没有书里的那个内容啊，描绘的那么清楚。真是。当然了，哦、我最爱看书。是啊。哎，我还吟诗、哦。别看学历浅，照样吟过，知道吗？哎，这跟学历没关系啊。什么叫吟诗啊？吟诗。你不就不能吟诗吗？没吟过吗？不，你哪能吟诗？国家管知道吗？国家管我干什么？你这算传播知道吗？没有，吟不能。我问你哪个吟？哪个？一看都没吟过。啊你先一个三点水，就这个。这边一个今天的今。这念什么呀？可能不念字儿，这个。你上没上二年级？一个口字边，这边一个今天的今。哦。吟荡吟唱的吟。什么都能靠那什么？吟唱的吟。哦。当朗诵那么讲。虎啸龙吟。对了。哇。哎。好的嘞。最喜欢这个。是啊。我还有作品呢。你还有作品？多新鲜呢。什么哪儿？去年啊。去年冬天哥。什么歌？我有口音，就是你那不是口音，你那是就去年冬天，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什么事儿啊？冷，宝贝儿，夏天还热呢。冷没关系啊，啊，下雪了。你这个嘴哦，我看这个雪景，雪景，写了一首诗，还写诗了。雪赞，哦，赞美这个雪，赞美这个雪景。哦，你们这个曲艺单弦哎。有这个赞风不漏风，哎，单弦牌子曲，诗里头没有雪字儿。哎呦，您赞雪不漏雪。对了，就是这个字里行间没有雪字儿。对，拼音西挖雪都没有，找不到。你一年级上完了吗？这怎么拼上来的？这是，您这拼音就找不到，我告诉你啊。哦，就字里行间没有雪字儿，找不着。没有。那我问问你啊，啊，您这个诗是几言呢？不会聊天，撒什么盐呢？撒盐化雪了。那环卫还干过你们？你别说你们的黑话啊！这是黑话，就是你得吃几绿？雪是白的呀，怎么会绿呢？大姐有必要那么笑吗？飞过俩女巫的似的。太爽朗了。你啊，不是绿的啊。我这么跟您说啊，大白话啊，大白话啊，就您这个诗啊，一行几个字儿，几行。你要早这么说就明白了。你还早该这么说。一行啊，七个字儿，一共四行。哦，四七。嚯，那您这七言绝句啊。什么？你知道不知道？知道，七言绝句。哦，对了，七言绝句。是啊。打左边看是七个字，打右边呢？打右边数还是七个字？没有数多了的啊。七个字，七言绝句，四行。我给你念一念吗？好啊，来吧。您念念诗，我还能歇会儿。雪赞。哎，您来吧。七言绝句啊。您来，您来。头一句，天上一阵黑咕隆咚。这词儿怎么这么水呀、啊？听着，什么意思呢？天上一阵黑咕隆咚，就是阴天，阴天就要下雪了。阴天，各位知道吗？哎、莫文蔚唱过那首歌。行，阴天，哎、阴天、哎，在不开灯的房间。你这
还有口音呢，这里头。你等会儿，您再等会儿吧啊！您啊，您先别唱了，您这头一句就八个字儿呢。多少？八个。不能。这不，你拿出来，拿出来说。干嘛？小九九，你晓得吗？天上云阵。哎，这是八个。哎，八个。八言绝句。八言绝句。哎。头回听说我走进新时代了，知道吗？哦、八言绝句了。哦，新体诗。注意听第二句啊。哦、您这二句。好似薄面往下扔。好似薄面。薄面就是白面的意思。我知道，我知道。白面往下扔。哎呦呦！哎呦呦！嚯！那么好看。哎，对对对。那么的美丽。对对对对，有这面换点膜就不好吗？什么？那您过来吧，七个字了，还美呢，跟我这儿七个了。啊。对，七言绝句啊。你们俩谁说了算？打一开始就头一句不就八个字七个？打一开始就七言绝句啊！人家都说了，身材那么好，夸你呢我这儿。你先等会儿，你到底多少度身高啊？七言，七言哈，不变了哈。嗯，好，第三句，第三句好，坟头儿倒比馒头的个儿大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出去，后边有狗粮吃去去。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呢？你别别别别什么意思？下完雪以后、啊、你搁这儿啊，坟头是白的，我知道，是吗？馒头也是白的。啊、行行，一对比，哎、一大一小。可以的，冷静啊！您这三一句就这么听过好几十字，我告诉你。怎么会好几十字呢？你自己数啊！看着啊，坟头儿倒有馒头的那么大的个儿啊！你还忙得过来吗？坟头倒比坟头倒有馒头那么坟头倒越来越多馒头大，是不是七个？这蛮得修剪的你。哦，第四句呢？警示大窟窿。哦，走，再见啊，回见，不送。我上哪儿去？你该去哪儿去哪儿啊？这句都甭听，五个。五个字儿，我说完了吗？废话，你说没说完那就踢我，像话吗？谁踢你了？谁踢你了？像话吗？你什么眼神的呀？没说完呢。你说，你说。警示大窟窿，不是完了吗？哇塞！还哇塞？还感叹词儿？是不是七个字儿、哦？哦，那倒是。你把哇塞搁头了也行。怎么搁呀？哇塞，警示大窟窿。搁中间也行，哎、警示哇塞大窟窿。哎，够多难听的，搁到后半部也行。后半部怎么搁？警示大哭哇塞隆，这什么玩意儿？这叫都可以。您您甭说这个啊，您这诗不怎么样啊。这是跟您开玩笑。还跟我开玩笑？我最喜欢的什么呀？就是写对，写对，写对联。哟，见过门框吗？我他妈住窑洞里头啊！门框，左边一个门框，右边一个门框。就能写上下联，就这个，你、哦、粗人和这个，你上没上过学啊？这对吗？还粗人，这对吗？这不是你写的吗？粗人，谁告诉你的？是这么念吗？啊？怎么念？人粗不是这个？入相，出将入相。对了，张三八是不是？这姓张的怎么这么三八呢？我听着，你把这眼睁着瞧瞧，啊，反正不是吴玉泰，废话，老正兴，这个好，这叫张一元啊，把肚脐眼瞪开，张一元，没错。您这眼睛还不好，走那么近看你。不是，我以为张二派呢。这个什么都明白。圆周率那派吗？我知道，知道。您甭说这，您没上到那儿啊。张二秃。啊，对对，别秃了啊。张三儿。张什么三儿、啊？张三还李四儿呢。隔壁就是李四儿啊。对对对，行了你啊。上下联。哦，就是上下联带横批。对。哎呦，那么你要是给我出一个上联，我就能跟你对一个下联、嗯、你要说给我一个题目，我能跟你写上下联带横批。带横批怎么啦？那这不说您这能耐大了？当然啦，
真有能耐。对了，哎，那我要出题目，您能写吗？是个人出题目都行。要怎么着质疑自己了？我没有。您这话太缺德了，我告诉你啊。是个人都行。没有这么说话的啊。那我出题目，您给我们写一个，我们听听。谁呀、啊？我们。你出题目啊？我出题目。不行。听，干嘛不行？你才不知道，你刚想起。骂什么街的？行。行吧，啊，我们听听您这文采。好，好吧。你大姐怎么不爽朗了呢？笑声。大姐充电呢。没关系，随便乐啊。一会儿爽，一会儿爽。我琢磨琢磨，找一什么题目？找一个，哎，对对对，哎，别干嘛呢？手风琴了该。就这个胡同出，搁这儿。我们道具花钱买的，这都是。你不是手风琴吗？谁在这手风？这花钱买的。手飞琴。这淘宝上一块五，知道吗？废话，我们一块五买的，就是淘宝上卖一块五。你别别动，一块五，一块五也是钱，知道吗？破扇子，天猫没有这个，知道吗？都什么人家的？租不起。哎，这这这，天猫还得交钱呢，每年。就您这个学历还上老网呢，舔着个脸呢这。哎哎，甭闹了，我说点您能接触到的东西啊。好。您给吃，您给来一个对联。好。就那个胡同口那儿一卖煎饼的。哪儿？买个煎出的胡同口，胡同口有卖煎饼的，什么意思啊？我给胡同口写一个对联，煎饼。这都什么人呢？这个好，给煎饼写一副对联，没法写，怎么没法写？没地儿贴。什么叫没地儿贴？我贴哪儿啊？贴煎饼上怎么吃啊？谁让你贴煎饼了？煎饼有煎饼车，防尘罩子，防尘罩子。哎，行，那我写的稍微的小一些，好让它贴，好吗？不用，哎，你写您的吧。周听上联啊，嗯，煎饼啊，嗯，好，谢谢。你说你那表情，你坐的撑上了你瞧，怎么了你？撑圆面稀，锅开大。哦，撑圆面稀，撑是圆的，面是稀的，往上一拐，锅开老哎。大，有点意思啊。下联，葱多酱少，卷上长。多搁点葱味提味儿，哦，少刷点酱怕咸了。卷上，哎，它是长的，哦，也很一语双关。嗯，卷上尝尝，哎，卷上尝尝。你看这人有点学问啊。哎，您这横批呢？越吃越短，多新鲜呢，可不越吃越短吗？哪有那越吃越长的？当然有了。什么呀？什么呀？你再给我一答案。没有了啊。就是诺基亚手机贪吃蛇。对对对，甭说这个没用啊。咱说实话啊，您这上下联儿，哎，有一耳朵能听，横批差着。差点啊。啊。这就对了。哦，就差这些年学，就差这么多。嗯，就没怎么好好学这个横批。哦，横批一般。一般哈。嗯，还能写吗？能写。哦。对什么写什么？对什么写什么？对。哎，您给我们这厕所写一个。啊？不对着厕所了吗？写一个。您这病好不了了。我什么病啊？吃完就拉啊。你管着吗？再说厕所有现成的呀。厕所哪有对联？当然有了。上联。嗯。小便请往前站。那下联呢？大便蹲正坑位。横批。来也冲冲，去也冲冲。当然了，这是男厕所。哎，这这知道吗？女厕所咱没有去过。这这这这这这。行了，甭说这个，没用啊。也不知道有什么设施。人家不是对联，那叫警示语。对啊。啊，你写对联。我炫边炫写。我还炫边炫写啊。好，注意听啊。就您那个嘴。上联，进门来呲牙咧嘴。就呲牙咧嘴，憋得难受。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哦，呲牙咧嘴。下联，出户去展眼舒眉。哦，拉痛快了。对了，拉痛快了。哦、横批呢？先拉后擦。多新鲜呢，可不先拉后擦吗？哪有先擦后拉的？先擦后拉废纸。那是还增裤衩呢一会儿。你别提上啊！废话，甭说这个。您这横批太水了，你还跟我们提裤衩，就您的裤衩，好家伙，我的裤衩跟你的帽子尺寸差不多，我难以想象，他的裤衩就好比是长了两条腿的床单一样。
就搁那不穿上不知道干嘛用的裤衩，你管着管不着你美什么呢你，哎呀要死了你大姐就爱听这个哈，爱听人裤衩，你说什么爱好，乐的都不行了，趴那儿了都。行，我您看一眼行吗？你把你把你的帽子拿出来一样，我看说这个嘛你不是，哎郑哥的，嘿哎说实话啊，你说就这两副对联就能瞧出来你的横批真差，真不怎么样，会越来越好的，越学越好，嗯，还能写，能写啊，想给什么写啊，哎但那后台有孩子去理发去了，嗯，你给那理发馆写，理发馆，嗯，好，行吧，注意听啊，啊，张嘴就来，简单，呦，声情并茂，我呦呵，还声情并茂了，上联，粉灯闪烁，裙子短，下联呢？敲窗招手引客来，横批呢？小心警察哟，哟，你呀。嗯、歇会儿吧啊，这是理发馆吗？当然是了。这是理发馆吗？是啊。谁告诉你是了？怎么不是了？废话，这进屋连个推子都没有，知道吗？你怎么知道没有推子？这你师傅告诉我的。那有可能。嗯，我们都跟他学。嗯，您等会儿吧啊，咱说的不是这理发馆啊。什么理发馆？正规的。正规理发馆，国营的，四联美发，哎，就现在的审美，哎，对了，什么木尾造型，就这个，我全知道，还，好，行吧，啊，哎，上联，进门来蓬头垢面，蓬头哦乱，对了，下联，出户去薄面书生，就白脸刮干净了，对了，哎，那横批，不刮眉毛，对，多新鲜呢，刮眉毛给鸭蛋了出去，多好，你能写出来吗？真是不是。咱说实话，各位你也听出来了啊，那上下联能听，横批太次，一会儿留个电话啊大姐，还有功夫勾搭人呢，你看这，咱这么着吧，我呀放个坏，我让他给您各位写一副对联，上下联咱不管啊，各位观众咱听横批，有你哭的时候，您就记住了啊，给您各位写的横批，要写的不好，您记住了，桌子上有茶碗，屁股底有椅子，照他脸上招呼，啊，只是写不好，我一招手你们就砍，怎么样？不用你们赔，没事，全他负责啊。嘿，回来吧，瞧什么呢？认字吗你？还能写吗？能写啊。太好了，等你这句呢。哎，给在座的观众写一副。给亲爱的朋友们写一副对联，石头好。可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写上下联，横批就不要了啊！哎，且听上联。不，哎，你要赶时间啊？啊，直接写横批。有这么写的没有？废话，写就写全了。写全了啊？对溜。耽误时间。哦不，好，一会儿你还得爬起来呢。听上联。请诸君到此处消遣娱乐，下联听我们说相声，场笑开怀。横批了啊，横批是多福多寿，多福多寿，这怎么这么好啊？我怕挨揍。哎，对，听见了，茶碗就算了啊。那怎么了？好家伙，还椅子往上拽，像话吗？那不解气吗？哎，你不早说，您等会儿吧啊。这回写还行，挺好，嗯，有点意思了啊，嗯，渐入佳境。当然了，哎，这么着，您给自己写一副，给我自己写一副对联，对溜，张嘴就来，是吗？我早就写好了，哦，压根没人问就哈、啊，请听上联，您、哦、来，生得一身书生意气，下联呢？长得那么潇洒漂亮。横批呢？人见人踹，人见人爱，人爱，人踹听得痛快，还人见人踹，人见人爱了，行，哎，
写的有点意思了。哎，像是个上下联了，像个横批了啊。哎，趁着热乎劲儿，你给我写一个。给你写副对联，对六，写你说相声吗？别写说相声了，写你身材好吗？哎，这不就没有写着。上联没有写着，一直这么胖。对对对对对对。下联从未被超越。对，可以了，可以了。横批。这这这这这，胖死你就得了。你管着吗你？没有写这个的啊，写我好事儿。你还有好事儿呢？哎，对，我就不能有好事儿啊？什么好事儿？我结婚。啊？啊什么呀？不能啊。怎么就不能啊？你要结婚了啊？结婚了怎么了？好，你会干嘛？写一副，写吧。但是份子就不随了啊。甭想，随完份子再写。行，祝兴上联。哎，亲朋贺喜百余位。啊，亲戚朋友多。对了，真好。嗯，下联，新娘携子两三人。哎，这这这，这怎么回事啊？横批好啊。横批呢？进门当爹。这去你的！擦萝卜用，爆爪。谢谢各位，谢谢，还有这个热心的朋友们送礼物啊，有两个朋友送礼物，真好啊。其他的同志，你不知道臊的哈，那个没有讹人家的。感谢各位啊，刚才这个节目叫做《写对联》，这也是一段传统的相声，嗯，几乎是相声演员都应该会这个作品。对的，版本呢大同小异，都差不多。其实这个词呢都是台底下编好了的。嗯，本来说这个写一副对联给他写一副，写他说相声，他说就写我结婚吧，啊，上联上下联我交给你，啊，我教的呀，啊，我那么浪催的，我多好啊，多好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这叫翻场。首先呢，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广告。哎，6月6号、6月7号、6月8号，我们两个人在这个墨尔本、新西兰还有这个悉尼有相声专场演出，希望大伙儿有时间去听相声去啊。疯了，这个9月19号，我们两个人在这个上海有一个相声专场演出。你上海的？好好好，到时候那个去哈，9月19号，记住了啊。不打折，这个别提。接下来啊，咱可以跟大伙儿共同的聊一聊，您各位有什么想知道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今年德云社的演出安排啊，孙老师的身高体重等等一系列吧，咱都可以问一问。而且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今天晚上我们两个人要在这儿说一个新节目，希望大伙儿呢，又票都卖没了，对不起啊，不应该说这事儿。时间来不及了，五点就结束了，2点钟开始，5点钟就应该结束，啊，你是买了，人家买了吗？这个，说点别的吧，说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咱们生活当中，说点谁的事呢？你别欺负我，活不了嘴，我告诉你啊。怎么了？你说自己，别说我。您呢？铁锤就不说了，每天都解释这个事儿。说点这个孙老师的事情。说我干嘛？不光是他，还有我们后台两个演员高峰啊、栾云平啊和他，他们三个人的发小。哦。什么叫发小呢？就是发过小孩。对对，没听说。发孩从小啊一起长起来的，真的从小一起长起来的，爱好也都一样。对对。经常在一起逛街呀、啊、喝茶呀、啊、打球啊、唱歌啊、游泳啊、耍流氓，经常是在一起。哪有耍流氓啊？没有耍流氓，没有耍流氓啊，反正是经常在一起，上那个洗浴中心去洗澡，嗯，三个人呢也一块去，好着。高峰和栾云平看见那个泡澡的池子美极了，嗯，他们俩扑通就跳下去了，多好！刚跳下去又上来了，怎么又上来了？还没脱衣服呢，哎，自杀去了，太着急了，赶紧把衣服都脱了，嗯，高峰跳下去了，没事儿，没事儿。栾云平也跳下去了，也没事儿，没事儿。他扑通跳下去了，没事儿，水没了，水呢？都溢出去了。又炸出去了，就剩这么浅的水，那还怎么泡啊？先泡肚皮，哎呦，再泡后背，嚯，然后泡侧边，嚯，各位见过炸春卷没有？跑这过油去了，就那么来的。泡完了往那一坐，嗯，开始吹牛。什么叫吹牛啊？就是北京话叫做逗咳嗽，哎，胡侃，你一言我一语，胡说胡聊瞎侃。哎，对喽。高峰先说了，嗯，哎，看我这个什么呀？这个是听筒，嗯，这个是话筒。搁在这儿这么一比划就能够打电话哟，高科技手机，嚯，手持手机 iPhone 7，哎哎，
还真超前。一挠，哎，这个微信就能出来。一挠，哎，高科技呀、啊！好的嘞。栾平也说了，你那算什么呀？瞧我这个什么呀？僵尸丹顿啊，手表啊，手表哪儿呢？隐形的。那怎么瞧时间？根本就没有啊。那是。但是人家说上来了。对对对。他们俩同时问他。看我怎么吹呀、啊？孙老师，你有什么呀？给我们瞧瞧。那个，我想拉屎。我多实在，各位，这是挤得没辙了。是啊，编不上来了。嗯，想上厕所，去吧，那就去吧，去吧。您琢磨厕所有门呢。哎，那是。这位老师就推门推推，推门推了有20分钟没推开，那门坏了，最后一拉开了。我这不缺心眼儿啊？我太奇怪了，关键是那个门上写着一个字儿，写什么呀？拉。那我不是拉门呢？他误会了，我以为又拉啊，拉门口合适吗？不合适。他以为就让拉门口呢，谁告诉你？后来才明白，拉开门进去吧。进去以后开始脱裤子。嗯，朋友们，他光脱裤子脱了有20分钟。我穿多少？最后才明白，嗯，根本没穿呢。没穿我脱什么呢？这两边都挠破了，还脚指甲呢，呼呼流血啊！哎，坏了！哎呦，我是不是没穿呢？这还不知道？看看吧，瞧瞧吧，看不见。穿没穿裤衩瞧得见吗？你没有知觉吗？早就挠木了。好，还全挠一遍。怎么办？嗯，把没有见过阳光的肚皮掀起来。什么叫掀起来？干嘛？嘿，哎哎，真没穿。别这瞎掀。啪！哇、放下去了。哎呀呀！把自己俩大腿摔得生疼啊！我再给自己砸折了。拉吧，拉完擦擦完，站起来往外走。走吧。走可是走，朋友们，有一个小细节。他没有注意什么细节，有一张纸挂在后边了。挂了。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您等会儿吧，到这儿了啊，各位，对对对，谢谢。干嘛？走吧。过来，过来，过来，走，走什么走？后边更恶心。往那一套，你不不，胡说八道的。没有啊，满嘴放炮。还没有？我问你啊，我连裤子都没穿，纸挂哪儿啊？哎呦喂！别哎呦喂了。我在很婉转的跟大家。你能婉转？你说错了。能挂那儿吗？你说挂那儿吗？挤那儿了，挤那儿了，挤哪儿了？告诉我们。就那一道缝能挤哪儿？就挤那儿了。哎，自己没注意啊！大步流星往外走，还大步流星呢。哎，高峰看见了，高老师，高峰高度近视啊。那是，那都看见了，多对张纸。旁边很多人呢、哦、他得提醒你。哎，是啊。孙悦，嗯，那什么呀？你嚷嚷什么呀？他怕别人听见。嗯，他怕别人听不见，多缺德、啊、这人。太生气了，嚷嚷什么？瞧什么呀？别掀了，给搁去吧。这不挺好的吗？哎，都掌权了。什么话？什么掌权？后头，后头，后头怎么了？后头，瞧瞧吧。我看见了，瞧见了。当时这个场景多么的尴尬，嘿，尴尬，尴尬，多么尴尬！哎，搁谁谁也没辙了，丢人呢。他多聪明啊！我怎么了？当时吹上了，我还吹呢，这都不知道吗？嗯，告诉你记住了啊！哎，什么呀？传真，对，传真。唱一个呀！五环之歌是吐了，真吐了。但是每天都有人喊这个，大实话我不会，那是我师父的专利，啊。送情郎呀，真是。我都这样了，还唱一个吧？我让你不爽，信吗？老有挑衅的意思。最近没打人，看来也就是现在说相声这么危险了都，真的。乡村爱情，你想什么呢？这德云社不是刘老根儿，我的老家，哎，就住的那个屯儿，
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啊，这个屯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儿，邻里乡亲挺和睦，老少爷们更合群儿。哎呦，村子里面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儿，想起来那是特别的哏儿。同志们若是有兴趣啊，我领你认识认识哎，哎认识认识我们屯里的人儿哦。哎呦。看见了吗？能唱我就唱，会唱我就唱，咱不藏着掖着，是不是？高老庄童话，那我不会啊。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连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连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撒什么狠啊，迷路了啊，往后唱。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我拿你们真是没有办法了。巴扎黑那儿还有亚麻堆，都是谁呀、啊、这都是。不唱这个了啊，还有没有、哎、别的，有没有点别的的？啊，多么痛的灵！站起来，吓一跳。这歌不太会啊。其实，青藏高原，青藏高原唱给大家啊。是谁带来？算我带来的行吗？远古的呼，别换了，我跟你说两句话。是谁、哎？冷静。怎么了？我说两句话。我不听。哎，是谁？那我说给谁听的？我就说两句，跟您交代交代。您说啊，青藏高原啊，前面好唱。对呀、啊。最后那句高八度怎么办？你想多了。我怎么了？我唱不到那儿就死了。哦。是谁？你等会儿。别是谁了。人家听就听最后一句，唱就唱高腔。你能唱？我练了好些天了，我长能耐了。注意听啊，您来您来。呀妈的，就赖他们吗？巴扎黑，巴扎黑叫亚拉苏，对亚拉苏。哎，我以为开魔镜。哎，这行了，可以了。亚拉苏，那就是青藏高，一起唱，一起唱。